全台集气，周天成、李阳、王麒麟、汤姆斯杯羽球团体赛，小天林洋佩率领台湾男子羽球队交手德国国家队，语音直播一起来为台湾选手汤尤杯加油。无比赛画面不喜勿入，羽球赛事看小林，台湾选手一定赢。我是正能量直播主小林 ，OK， 欢迎大家一起在影片底下正能量按赞，帮我们台湾选手加油集气。那这个声音如果听得清楚的话，欢迎在影片底下留言加一告诉我喽。OK， 好，这个声音如果听得清楚的话，影片底下留言加一跟我说。那我们现在跟大家问声好。那目前同时呢，周天成目前正在比赛中。Hello， 西瓜哥哥 ，Hello， 曾佳慧 ，Hello， 邱玉轩 ，Hello， 温温 ，Hello， Kevin。Hello， 冠玉 ，Hello， 这个杨洋 ，Hello， Carlos，Hello， 温温 ，OK， 好，这个声音 OK 吗？好好 ，OK，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那这样了解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好，那这边我们先来看一下，等我一下，我确认一下这个比分的部分，因为比分好像有点卡。好，那目前呢，周天成的比分目前是15比16，目前呢暂时的陷入一个焦灼的状况，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好，这个张少我已经有地方可以看了，谢谢你哈。好，那这边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目前的比数15比16。哇，这边小天这边面对到的是来自德国这位选手，也是蛮不好惹的。德国这位选手的名字叫做麦克斯 Max，OK、okay, Max 这个部分。好，所以这边呢，我们今天也马上来看一下哈。麦克斯这位选手，我们看一下这边有没有他的一个简介之类的，可以让大家知道一下。哦，麦克斯呢，187公分哦，相当的高哦，是这个身高相当的高。那他的这个单打呢，目前是世界排名64名哦，单打是目前世界排名64名的一位选手。那187公分，1996年出生啊，相当年轻啊，哈，就26岁而已，右手持拍的一位选手，世界排名62名啊，面对到我们台湾选手小天周天成，那目前比数是来到了15比18 ，OK，Hello 一军 ，Hello 一军，谢谢曾佳慧，谢谢 Carlos 啊，谢谢奕晨，谢谢玉轩和张少 ，OK， 好，谢谢 Kevin， 那目前比数是来到了15比18。这边周天成哇往前放短，这边哇漂亮，这一颗球对手失误，周天成再度拿分16比18，目前比分16比18，也欢迎各位朋友们一起在影片下正能量按赞，帮周天成加油集气，希望可以集到这个30个按赞正能量，帮周天成加油打气。好，那目前的比数我们看一下，哇，对手这边连续的失误，周天成追上来了，17比18，暂时落后一分。影片底下一起留言777777，帮周天成小天加油得第一。OK， 目前比数是来到17比18，周天成发球发一个短，这边我们看一下周天成起跳，哇，回一个中路，对手守住，周天成再来去做一个好这个视角拉掉，这边往前放短，来到大斜线去过渡一个。扣球，但是对手守住。这边我们看一下，哇，周天成这颗回的甜，直接被对手好反扣。那目前比数17比19，暂时呢，周天成2分的落后。OK， 不要紧，不要紧。好，这个部分呢，好，谢谢张少跟我们说，今天有羊肉炉的部分，羊肉炉应该是排在第3点或第4点吧。OK， 我看一下 ，OK， 杨波涵跟卢静瑶是排在第4点的男双二这个部分。好，也谢谢 Carlos 的分享。OK， 也谢谢曾佳慧。目前比数17比19，周天成暂时2分落后。漂亮，好球！周天成这边呢，强攻中路拿下分数，18比19，再追一分就可以追平，好，这边我们来看一下，目前比数18比19哦。好，周天成的发球威力无穷。OK。这边我们看一下周天成反手拍回中场，再来这个部分往前放短，哇，往前放短，这边被对手预测到了，18比20，目前暂时的2分落后。OK， 谢谢右鲁说女团队，我这个小戴戴今天是晚上8点啦、啊。OK， 谢谢佳慧。OK， 谢谢这个大家分享。好，谢谢佩杰帮周天成加油。OK。佩姐也是很喜欢周天成吗
OK， 目前比数是18-20啦。OK， 那欢迎大家在影片底下留言777，表示周天成加油逆转胜。影片底下留言777，表示周天成加油逆转胜。目前18-20，暂时落后2分给对手。这边周天成有机会起跳轰这一球。这边周天成大角度，哇哦，这一颗我们来看一下，哇，对手回出界，周天成再度拿分，19-20，这个是周天成一个加速哦，19-20，19-20，感觉周天成状态不好，我觉得应该是开局可能还在适应吧，还在熟悉吧。的确，用这个分数来看的话，的确你会觉得他状况不多好，可是看起来打的内容，我觉得没有说差太多。好球，周天成追平20-20。OK， 谢谢张少的分享。Hello， 何点，何点好久不见了。OK， 目前比数20-20。目前比数20-20。好，那目前呢平手。哇，周天成呢从落后追到现在平手，一起影片底下留言777逆转胜，周天成得第一。OK。好，谢谢佩杰，天成天成浑蓝天成天成天成得分一定成。OK， 这边小这个张少说，这场比赛的场地导致很多球员多次滑倒，有这一说。谢谢雾的777，谢谢冠宇的777，来我们的天成哥来发球，胜利一定有。这边我们看一下，周天成放一个短球，我回到后场拼舞这一颗，哎呀，这颗 Piu， 结果这一颗扣球过网，20-21，对手拿一分。好，那羽球比赛呢是取21分，但是如果20-20的话，谁只要率先呢拉开比分到2分差就获胜。OK， 所以比方说现在这个德国选手他领先嘛，他如果22-20，那他这一局就拿下了。那周天成如果要继续跟他比下去的话，就必须得扳到平手哦，21-21。这边哎，可惜啊，哇，这个部分周天成回的有点甜，让对手直接扣球。哎呦，这个场边的这个妹子怎么这么漂亮啊？哎呀，啊，不是，这个不是重点，哎，这个部分我们还是要看一下周天成啊。这个部分我更，因为我今天我没有开，就是我刚刚是下班回来，马上来开直播，所以我没有看到周天成前半段的部分。但是我看到后面，我感觉周天成看起来是可圈可点的，只是说有一些回球有点就是回的稍微高了点，那可能就是让对手有打点的机会，对。好，也谢谢张少的分享。所以我们就看一下周天成在这个第二局的部分，看看有没有就是换个场地，然后调整一下自己的配速，还有自己的这个回球策略。我感觉刚刚的周天成在比的时候，比较被动一些啦，就是比较没有去主动发起一些攻势，那感觉好像是顺着对手的节奏去做这个做回击，然后直到后面呢比较有强势拉回这个比赛主导权。那我们就看第二局，看周天成能不能拉回自己的这个比赛主导权。OK， 好，谢谢一军啊，谢谢 you。OK。希望天哥可以赶快回到全员的状态。OK， 好，谢谢张少。周天成把自己玩没了。欸，其实我觉得还好，欸，第一局这样讲的话，也是尊重你的说法啦。但他有在玩吗？我觉得他很认真在比啊，没有在玩啊。OK， 好，那不过也是谢谢 Lisa 的分享啦，齁。好，那也欢迎各位朋友们持续在影片底下正能量按赞，帮周天成加油。希望可以集到20个按赞正能量，帮周天成加油集气啊。OK。好，那第二局即将要开始了。第二局即将要开始了。欸，这个德国的教练也是华裔啊。Hello， 虎鲸。Hello， 吉贤。午安。好，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周天成今天身穿的是一样是那个水蓝色的无袖的这个比赛服。对手很强吗？看起来我觉得这个对手速度是快的啊。那他的回球的这个球质还蛮重的，蛮刚猛的。但是我个人觉得周天成不输啊。好，那目前的第一局没有能拿下，我们看第二局。周天成这边这一球选择不打场地的风向啊，这边周天成判断拿到了分数啊，先持得点突破这个僵局，1-0，1-0，谢谢吉仙。影片底下留言777，帮周天成加油。OK， 好，777，周天成加油，一定行。
这一颗球周天成往前放短啊，发力有点小，所以没有过。1-1，1-1，对方感觉攻击力有，但是体能不晓得，所以我们继续看。不过对方是26岁而已啦，我个人觉得体能应该不是他的弱项。但是对方的控球呢，目前呢，像看起来第二局呢，他的控球是有点也还看不出到底好还是坏啊。那刚刚这个部分，周天成因为对手回球出界，再度得分2-1，周天成领先一分。这边对手再度回击出界3-1，3-1，周天成继续领先得第一。目前比数3-1，周天成的发球发一颗短往前，周天成哇，这边有点样。我发现因为今天对手身材相对高大186公分，所以周天成回球不能回太甜，要多打一些绕头球，让对手没有办法直接用点扣或跳扣的方式回击。因为对手这个对手比周天成高大概6-7公分有，那186公分嘛，所以这个部分呢，对手身高有点高，所以他有优势。那这个部分的话，周天成那回球不能回这么甜，有第一局的时候好几次都是回太甜了。OK。这部分周天成可能要调整一下啊，周天成战场中想要把对手逼到后场，这个部分好，一个一记回马球，这球我们看一下，3-3的平手，这球出界，3-3平手，目前比数3-3。我用这个冠玉说，我用什么看？我用艾尔达看呐、啊。OK， 谢谢这个 King 的分享。OK， 好，这个现在看搞不好第三局有可能呐、啊。OK， 好 ，OK。刚看错了，好，目前比数3-4，3-4。好，目前的比数3-4。来，我们今天的加油术语，大家一起喊起来哈！我们今天的加油术语是：当小林说台湾选手上场，影片底下留言继续得分一级棒。我们试看看哦 ，1-2-3，Go！ 台湾选手上场，影片底下留言继续得分一级棒，一级棒 ，OK。好，我们帮台湾选手加油。那除此之外，也欢迎大家继续在影片底下正能量按赞，帮周天成加油啊。OK， 小戴今天有比赛8点吧，跟子瑜讲一下。OK， 好，这边我们看一下目前比分。哎呀，哑巴不妙。那目前比分呢是3-5，3-5。周天成目前继续追分中，暂时落后。这个部分目前比数3-5，谢谢这个张少，谢谢 Kim。好，目前比数3-5，周天成回一个后场高，这边往前直接周天成拦截，漂亮，好球 ，nice play， 4-5，4-5，谢谢一军。好，目前比数4-5，哇，周天成追分了，再追一分平手，稳住。好，我们看一下周天成这一颗，哇，有点可惜啊，回球有点失误，4-6，谢谢玉轩。目前比分是来到了4-6，4-6。好，我们看一下周天成这边的接发，回一个后场高，这边再一个短，这边周天成再回一个后场高，哇，有点甜，让对手，哇，周天成守住了对手攻势，这边还有，这边对手放一个短球，好球，漂亮，周天成精湛的往前控制小球，拿到了分数5-6，5-6，再来追一分 ，OK， 这个谢谢曾佳慧，谢谢玉轩，谢谢一军。好，目前比数是来到了5-6，5-6。周天成目前暂时一分落后，从2分落后追到1分落后喽。加油，周天成的发球发一颗短的，这边大斜线漂亮，6-6平手啦，按折地 ，OK， 按折地 ，OK， 好，那这个部分6-6 ，Hello 朱凯 ，OK， 目前比数6-6。好，天成学长加油哇！佩杰应该是可能是其中他读过的学校的一个学妹啦哈，谢谢佩杰帮你的学长加油。OK， 目前比数是来到了7-6，7-6。OK， 更正6-6平手，抱歉，我讲太快了。有直播吗？艾尔达体育台有，或者是你用 YouTube， 然后用 VPN 跳这个其他的这个国家来做观看也是可以的。好，跟这个 ON 讲一下。好，或者是可能搜寻抓犯，我不确定有没有，但是你可以搜看看。好，那目前的比分，汤姆斯杯，国际羽球男子团体赛，台湾对德国第一点，团体赛第一点，因为团体赛是比5点，那第一点是单打，好，周天成来对上德国男单。那目前刚刚这个部分呢，经由这个鹰眼电脑的判断，周天成得分7-6，7-6。ON 有直播艾尔达体育三台有看，然后有可以看哦 ，OK， 或者是
你网络搜寻看看抓犯有没有可以看到的，这我不确定哈。偶尔我再讲，再跟你讲一次了，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哈。好，目前比数是来到了7-6，7-6，周天成目前一分领先，也欢迎各位朋友们持续在影片底下正能量按赞，希望可以突破25个按赞正能量，帮周天成加油，把我们这些满满按赞的正能量传到泰国球场，帮周天成加油。对手是来自德国世界排名62的麦克斯 Max， OK， 好，目前比数7-6，来这边还是要做一个电脑的判断啊。OK， 我们看一下哈，这边好像有一些争议球。好，我们看一下电脑判断，这颗球是在，哇哦，这颗球是在界内，所以7-7的平手，对手追分成功。好，谢谢景鹏的加油。好，目前比数7-7，7-7，对手来发球，德国的 Max 发球。好，这边周天成，好，回一个中路，再来，周天成退到后场，直接起跳，哇，做一个虚攻，再来反手拍。反派哇，华丽的转身，周天成还是守住了对手的攻势。这边再回一个后场高，哇，这边对手自己回球挂网，周天成得分，8-7，8-7 ，OK， 周天成再度拿下一分，8-7。林洋配什么时候上场啊？这个子瑜的问的这个问题，我们观众子瑜问说，林洋配什么时候上场？周天成这场比完就换这个你最喜欢的林洋配上场了 ，OK， 好。那目前比数8-7，周天成发球发一颗短球，这边来到后场，啊，这边一样，再来到前场，想要去逼退对手的步伐。这边我们看一下周天成回一个后场高，这边对手的回击，对手的回击，哇，是在界内8-8的平手，8-8的平手。目前比数8-8，影片底下留言777，帮周天成加油得第一。OK， 目前比数8-8的平手。OK， 谢谢。好的，今天连播两场吗？你可以期待看看咯。OK， 好，8-8，8-8。目前比数8-8，哦，双方来到了平手的局面，平手的局面。哇，这个部分周天成再下一层，好球，好球，周天成继续得分，再下一层。OK， 周天成往前点颗小球。对方也点一颗小球，被周天成识破，直接拿分9-8，没有错 ，King 相信小天赞哦。OK， 这边我们看一下周天成回一个后场高，这边在守住对手攻势，这边周天成回一个后场高，结果对手回球开掉，周天成再度得分10-8，对手有点心浮气躁。OK， 周天成说太好了，正中我的下怀，你心浮气躁，我就开始得分10-8，10-8。目前比数10-8，目前比数10-8，周天成两分领先。OK，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周天成的发球。周天成要回的，周天成继续保有这个发球的主导权，再拿下一分，再拿一下一分就进入了中场技术暂停小休息的时间。OK， 好，那目前呢10-8，10-8。也欢迎大家持续在影片底下正能量按赞，帮周天成加油，希望可以集到25个按赞正能量，帮周天成的哈加油集气。好，目前比数10-8，10-8，周天成发一颗短的，再来回一颗后场高远，哇哇哇哇哇 ，Oh my god， 这颗回太高了啦，哦，这颗回太高了，直接给对手 biu biu biu， 哇，让对手得分10-9，10-9 ，OK， 小心啦，小心啦，这个周天成哦，小心小心，哇，这颗回太高了。啊，这颗真的回太高了，好，猝不及防啊。OK， 可能跟这个场地的风势，或者是还在适应场地吗？应该也不可能啊。刚刚这纯粹是一个失误，10-9，周天成领先一分。这边直接周天成回一个中路，漂亮，好球拿分，11-9，11-9，周天成进入了中场技术暂停。目前11-9，11-9，周天成两分领先。羽球比赛3局2胜制，周天成第一局没有能拿下分，但是第二局呢，哈。目前11-9，两分领先。羽球赛事看小林，台湾选手一定赢。我是正能量主播小林，也欢迎大家在影片底下订阅我的小林 Lives Life YouTube 频道，第一时间给你最新的台湾选手最新比赛资讯，帮台湾选手加油集气。影片底下订阅我的小林 Lives Life YouTube 频道，第一时间掌握最新的台湾选手比赛资讯，帮台湾选手加油集气哦。好的 ，OK， 那也欢迎大家持续在影片底下正能量按赞，帮周天成加油，希望可以集到30个按赞的正能量，帮周天成加油集气哦。OK，
好，那现场有100多位观众朋友们，我们现在正在转播的是周天成的这个汤姆斯杯羽球团体赛，代表台湾队出赛男子单打的第一点赛事。那团体赛的羽球这个团体赛呢，分成5个点，那男单呢，好，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然后还有男双。第一点、第二点，总共5个点这样子。好，那第一点是排男单啦、啊，那第二点是排男双。OK， 跟大家讲一下。谢谢宇恩的分享，好，台湾很有可能会赢德国。OK，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目前这个部分。周天成休息以后，12比9。OK， 目前呢3分的领先。谢谢宇恩的分享哦。好，这边我们看一下。这边我们看这个部分，周天成直接起跳去做一个虚晃一招，结果回球偏了，12比10，对手得分。周天成这颗是自己的一个小失误。好，目前比数12比10。好，目前的比数12比10，周天成继续对对手呢，哈，去做一个快速的这个回应。好，目前比数12比10，哇，这一颗球对手，我们看一下对手的回击。哇，结果是对手的回击成功，所以目前比数是来到12比11，对手追分追上来咯，对手 追分追上来了，这边还是要小心一下。 OK， 目前12比11，周天成暂时落后一分。 OK， 我们来看一下目前这边这一颗球，这颗球对手回击出界，13比11，周天成继续保有2分的分差。 OK， 13比11，谢谢 Aslan 说看紫薇。 OK，然后说印度也是有机会。 OK， 谢谢你的分享，也谢谢佳慧的分享。好，目前比数13比11，这边周天成往前放短，这边再回一个后场高绕头球、不够高，直接给对手打这个得分的机会。13比12。好，影片底下留言777表示周天成加油，继续扩大比分，得第一。 OK， 目前比数是来到了13比12。我喝个水。好，目前比数13比12，对手发球发一颗短，这边周天成再挑一个后场高远，周天成站中间，这边直接起跳一个虚晃一招，再来，我们看一下周天成再来一个起跳做垂直扣，再来往前，哇，这个往前呢？哇，力道刚柔并济，拿下分数14比12。哇，周天成2分领先，稳住。对手累了，好，谢谢佩姐的分享。哦，看起来对手，如果你觉得对手累了，在影片底下留言+3。OK， 如果你觉得周天成的对手累了，在影片底下留言+3。谢谢一军，加油得分得第一。好，我们看一下目前比数14比12，周天成回一个后场高。这边的确，这个对手好像有点注意力，好像没有那么集中了，开始出现失误。目前比数15比12，周天成3分领先。OK， 好，真的好，谢谢佳慧的分享。好，有认真在看直播哦。OK， 也欢迎大家持续在影片底下正能量按赞，帮周天成加油，希望可以突破到30个按赞正能量，帮周天成加油。周都不杀。不扣球了吗？不杀球了吗？其实我觉得还好，因为不是说每一颗球都一定要扣下去啊，哈，就有些球可以自取。OK， 那你要说周天成啊，如果你会觉得说不扣球就表示实力变得比较弱，或者是说老了什么的话，那我也是尊重你啊，哈。当然你们还没有说，我只是做个预判啊，希望我没有预判到你的预判，然后 Lisa， 好，尊重你的发言，然后16比12。周天成这边，我们看一下这边这个周天成继续在往前，好，跟对手去做多拍的来回，再来周天成直接起跳做一个虚攻，再来直接起跳去做一个垂直扣，再一个一虚一实，好球啊，好球！哇，太极分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刚柔并济的周天成17比12，一下子好扣球，一下子虚攻，让对手不知道你到底下一步要干什么。哇，今天的周天成是一个迷幻大师啊，17比12，现在突然发一个后场高远挑球，这球我们看一下对手回击得分17比13。谢谢张少的分享，谢谢 Kim，OK。也谢谢佳慧 ，OK，King 说对方感觉控球品质降低，有点类似哦，有点像你这样想的。谢谢俊宏，那目前比数是来到了17比13，这边我们看一下周天成挑一个后场高反拍，
反派去弹打，结果回到了界外，回到了界外。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不要紧，不要紧，继续正能量帮周天成加油。影片底下正能量按赞，帮周天成加油集气。17-14，17-14，目前周天成呢暂时的三分落后，暂时的三分领先。跟正，我刚讲太快，三分领先，周天成三分领先。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17-14，17-14，好。这边我们看一下周天成这边三分的领先来接对手的发球。好，哇 ，OK， 我们看一下周天成这边往前短，再回一个后场高，这个部分往前再一个白短，直接起跳狂扣，哇，再一个大角度，哇，这结果这球有点 lucky ball， 翻网而过，擦网而过，周天成拿下分数18-14。刚刚呢，好，周天成先一个大角度扣球，再一个发夹弯短球，哇，结果这两球非常棒，一实一虚、啊、技巧的展现，再度拿下了分数、啊、目前的比分是来到了18-14，18-14，谢谢 Lisa 帮周天成加油 ，OK， 谢谢佳慧、啊、目前比数是18-14，再三分，再三分 ，Why much 敌对，在影片底下留言777，帮周天成加油，我们一起当周天成得分的 much， 一起在影片底下留言777，帮周天成加油。我们都是周天成的加油 Maggi， 帮周天成加油。OK， 目前比数是来到了19-14，19-14。周天成目前呢19-14。OK， 五分领先。哇，周天成这球漂亮哦，往前放短漂亮，再得分，好球，漂亮。OK， 我们要学一下某个国家的这个女双啊。OK， 好，漂亮。厉害，周天成，漂亮，好球。OK， 这边周天成再一个垂直起扣，再来往前短球，这个部分我们看一下，周天成这个部分，哇，周天成这个部分要赢，我们需要回顾历史，周天成这场比赛的胜利，我们需要回顾历史。OK， 欢迎来到小林调查，我们需要回顾历史。OK， 帮周天成加油！哎呀，20-15，有点可惜。OK， 要回顾，要知道周天成这场比赛要是怎么胜利的，我们需要回顾历史。欢迎来到小林调查。OK， 我们来做做效果了哈，不好意思哈，我们来做做效果。好，目前比数20-15，20-15。OK， 20-15，周天成五分领先。OK， 谢谢这个琼宇帮这个周天成加油。这球我们看一下，对手回球开掉界外，好球！周天成拿下比赛的第二局胜利，21-15，21-15，可以露脸吗？不就露给你看了哦啊！如果说要脱墨镜的话，就是台湾选手拿下金牌，我们就脱帽脱墨镜。那、啊、我其他的影片也是有在露脸呐、啊，你可以去看一下哦。这个圣网哥 ，OK， 谢谢子瑜 ，OK。谢谢琼玉、啊、周天成拿下第二局，谢谢佳慧。OK， 金马影帝，哎呀，人家赢你就说人家金马影帝，哎呀，安内刚丢，这样好吗 ？Is that right？ OK， 没关系啦。OK， Lisa， 我们尊重你的发言啦哈。好 ，OK， 一起在影片下正能量赞，帮周天成加油，希望可以集到40个按赞，正能量帮周天成加油集气啦。OK， 我是正能量直播主小林，羽球赛事看小林，台湾选手一定赢。我是正能量直播主小林，也欢迎大家在影片底下订阅我的小林 Lens Life YouTube 频道，第一时间把台湾选手最新的比赛资讯送给大家，让大家第一时间帮台湾选手加油集气。一起在影片底下订阅我的小林 Lens Life YouTube 频道，第一时间掌握台湾选手最新的比赛资讯，帮台湾选手加油集气哦。OK， 子瑜啊，被你发现了。OK， 喜轩说小林以前有露脸过吧？我记得有。小林日常可以更新吗？会的。最近有空的话，我们会来更新。谢谢你的提醒。OK， 好，谢谢关羽的提醒。OK， 那也欢迎大家持续在影片下正能量按赞，希望可以集到35个按赞，正能量帮周天成加油集气。OK， 好，那目前的部分呢？哈。目前的部分，周天成呢，第二局呢，哈，21-15，21-15，对这个 Max 德国的选手拿下胜利，21-15。OK， 那现在来到第三局了。如果你觉得周天成能够逆转胜拿下比赛胜利，影片底下一起留言777777，帮周天成加油得第一，逆转胜没问题。OK， 好，
目前比数0-0 ，OK， 0-0。好的，目前的比数是来到0-0的部分，我们继续看。好，昨天曾发球发一颗短，再来往前短球推到后场起跳 ，biu 这一颗，再来往前短推到后场，再一个起跳 ，biu 第二颗 ，biu 第三颗，对手都救到，哇哇哇！这个部分对换周天成防守大角度这个部分周天成都有救到，哇塞，这个来回相当精彩，哇！结果最后周天成这一颗球回击没有过，但是不得不说啊，对手这个来回真的对手也是打得不错，高手过招啊，哇！虽然说这个周天成没有办法守住对手攻势，但是我们还是要给对手一个赞啊，哇！这球真的是两方都是精彩啊。第几台有比赛？艾尔达体育台202台，好，如果你加 MOD 的话202台，好，跟这个 Joyce 讲一下。好，谢谢 Kevin， 谢谢这个佳慧，谢谢怡君。 OK， 影片底下留言777帮周天成加油得第一。小天的速度真的慢了吗？好，谢谢阿奇的观察分享，好，我们可以继续看一下。 OK， 目前比数1-1，周天成的物理治疗师在旁边拍手，小天你好棒，小天你好赞，我们也帮他拍手，小天你好棒，小天你好赞赞。OK， 目前比数1-1，这边周天成华丽的转身反手拍有救到，结果这边要衔接一颗正手拍，结果挂网，可惜。好，谢谢佳慧的分享，谢谢玉轩。OK， 目前1-2，暂时一分落后给对手，没有关系。啊，也欢迎大家，我们一起来当周天成正能量加油的这个加油队，一起在影片下正能量按赞，好，希望可以集到40个按赞，正能量帮周天成加油。目前比数1-2，好，平手了，2-2，更正，好，2-2，好，刚讲太快了，好，那目前比数是来到2-2，周天成持续呢，好，去跟对手呢，哈，去做一个，好，这个第三局的关键的第三局的。对抗啊，那也非常非常的希望周天成能够第三局拿下来啊，好，能够第三局拿下来，因为第三局非常的关键啊，第三局拿下来，第一点就拿下来了。目前暂时2-3，周天成暂时落后一分。OK， 好，没关系，我们一起当周天成正能量加油团的这个啦啦队马吉，一起在影片底下正能量按赞，帮周天成加油。好，目前比数3-3，周天成追回来了，3-3的平手。好，周天成发球发一颗短，这边往前戳一颗短球，反拍戳一颗短球，再来一个同样的位置用正手拍，对手被唬的一愣一愣的，没想到同样的位置周天成再来一发，4-3，好，周天成一分领先，耶耶耶耶 ，OK， 哪里有播啊？个艾尔达体育台三台，谢谢你的名字非常的特色啊，让我这个可以练这个绕口令。好，那目前比数是来到5-3，周天成呢，两分的领先。好，我们来看一下周天成来发球，继续得分，再一球退到后场起跳 ，biu 再度拿分 ，go， 好球，再来一球得分，再加一分，耶，6-3，周天成三分领先。哇哦，那目前呢，哈，这个部分呢，6-3，周天成三分领先啊 ，OK， 加油，谢谢连春 ，OK， 谢谢苏劝，等一下德国男双也很厉害，好的，谢谢这个我们的这个专业的球评，好，苏劝帮我们分享 ，OK， 目前比数是来到6-3，周天成往前放短，再来往前平抽跟对手做对抗 ，OK， 这边还有机会再一个反拍去调动对手。这个部分我们看一下，周天成来到往前，再来，哇，我们看一下这个大对角大斜线，周天成这一颗球，哇，结果让对手有机可乘打点啦，6-4，周天成两分领先，对手追一分，谢谢张少的分享，谢谢 John， 谢谢佳慧 ，OK， 那我们影片底下继续正能量按赞，帮周天成加油，希望可以得到40个按赞正能量，帮周天成正能量加油集气 ，OK。好，目前比数6-4，我们看一下这一颗球，周天成拿分7-4。好，谢谢张少的分享。OK， 目前比数7-4。好，
哇，对手开始狂流汗呢，哦，这个可能是容易流汗的体质，或者是体能大幅的下降。周天成这颗反手拍，这颗反手拍在界内，8-4，8-4，哇，对手有点跑不动了，对手这边呢好有点跑不动了。所以说有人说周天成速度变慢，我个人反而倒是觉得说周天成不是速度变慢了，周天成是在等对手，对啊。哇，这个这边对手要小心啦，齁，这个好像场地有点滑，齁，没有救到，齁，这颗球差点对手滑倒，齁，9-4，这个部分场地有点滑的感觉，对手好像差点要滑倒，齁，9-4，9-4，啊，这边还是要小心一下，齁，这个场地还是要维持一下干燥，因为大家知道，齁，这个羽球场地如果有一些汗水啊，齁，滴到场地的话，是容易造成选手这个受伤滑倒的。所以这个部分场地是一定会尽可能的维持，就是没有太多的水分啊在上面。所以一有湿湿的，他就这个选手就会叫这个场务人员呢进来把场地啊用干这样子。好，那目前比数9-4，周天成5分领先。OK， 还是不能大意哦，虽然我们有5分领先，因为大意会失荆州。OK， 不是失苏州，是失荆州哦。场地真的有点滑，都滑出新闻了。OK， 好，谢谢张少。今天会直播晚餐吗？不一定诶，看情况吧。好，目前比数是来到了，哇，这个部分让对手得分啊。好，那这边我们来看一下，目前比分是来到9-5，周天成4分领先。往前放短，周天成来到后场，好，去做一个回击。好，不急不急，因为对手也是站中，所以周天成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机会。结果这球对手的这个回球回一个对角的高远，结果出界，周天成再度得分，10-5，10-5，所以 AI 泽弟，你可以期待看看，我今天晚餐我们会不会边播比赛边直播？等等，小戴比赛有直播吗？有，哎，你是说转播单位吗？有转播单位有提供，可是哈，这个部分哈，小戴比赛到晚上8点了哈，所以我也不确定我会不会播，尽量哈，我会播 ，OK。尽可能的会播 ，OK， 这一球周天成呢戏耍对手，让对手来不及救球的情况下，11-5，11-5，周天成6分领先进入中场技术暂停。羽球赛事看小林，台湾选手一定赢，我是正能量主播小林，也欢迎大家在影片底下订阅我的小林 Lin's Life YouTube 频道，第一时间送给大家最新最快的羽球比赛资讯，让大家可以帮台湾选手加油集气，一起在影片底下订阅我的小林 Lin's Life YouTube 频道。第一时间掌握台湾选手最新比赛资讯，帮台湾选手加油集气哦！我是正能量直播主小林。那如果你认为周天成可以拿下第一点的单打胜利的话，影片底下留言加9。如果你觉得周天成可以拿下第一点比赛胜利的话，影片底下留言加9。下午好像艾尔达是不是没有转播？请问除了艾尔达还有哪里能看录啊？可能就是这个网络上的话，你要用 YouTube 跨 VPN 可以去试看看。或者是你用抓饭碰碰运气试试看 ，OK， 跟路讲一下。谢谢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朋友 ，OK，Hello，、okay, the friend from Indonesia， 阿巴卡巴 ，OK， 好，这个部分来谢谢这个一军，谢谢这个张少，谢谢佩杰 ，OK， 好，谢谢文川，果然是三局大战男人 ，OK， 谢谢竹凯，谢谢路 ，OK， 谢谢 John Lee，OK。好，那目前比数是来到，哇，这个部分11-6，哇，抗议无效。周天成刚刚这颗球觉得好像对手有点争议啊，齁，出拍有过半的感觉，好，所以去反应一下，但是反应无效，所以对手得分11-6。目前比数11-6。Hello， 这个昌，早安啊，早安啊。谢谢 Abigail， 谢谢阿奇的分享 ，OK， 好，谢谢佳慧，阿奇实在太贴心了，谢谢张力，谢谢文哲 ，OK， 好，那目前比数12-6，周天成再赢九分，拿下第一点单打的胜利，一起在影片底下留言777777，帮周天成加油得第一，谢谢张少，小林说的很标准 ，OK， 阿巴卡巴，对，因为我们有来自印尼的朋友，那这位印尼的朋友很喜欢王麒麟啊。所以呢，我又不会印尼话，我只会阿巴卡巴 ，OK， 所以呢，我们就跟他阿巴卡巴过来 ，OK，
好，裁判又来搞吗？没有吧，没有吧，哦、不要说误判就说裁判在搞啦、哦、如果误判太多次，你说裁判在搞，像那次新度的话，你说裁判搞，我同意、哦、不是每次裁判都在搞啊，哦、所以这个部分、哦、不用太紧张啊，反正我们的台湾阿成周天成呢，哦、还是领先的啦，哈、哦，13-7，好、哦，谢谢佳慧的分享 ，OK， 你说裁判在搞，你不如说彼得帕克在搞好了。OK， 又是彼得帕克在搞、哦、不好意思啊，我在讲一些、只有一些专业人士听得懂的梗。好，好，谢谢 King 的分享。OK， 谢谢佳慧，目前比数13-7。好，这一球对手的回击，我们看一下，哇，结果竟然对手回击是在界内，13-8，谢谢 Kevin 的分享，啊，帮台湾选手加油。影片底下留言777表示周天成加油得第一，帮周天成加油，要不要来场直播？先不要了，先不要，我可能晚上有机会，但现在没有，赢的在搞，呵呵，谢谢昌，好，谢谢 Abigail， 好，这个部分14-8，周天成再度拿分 ，OK， 谢谢昌的订阅支持，感谢你，好。感恩下力 ，Thank you， 阿里嘎多，瓦卡莫多 ，OK， 康桑哈米达，冷笑话，哦呀，我不觉得冷啊，好热啊。Hello， 昌，那个，哇，这个中信兄弟救援王哦，昌哥，小李飞刀，你们今天没有比赛吗？小李飞刀，昌哥，你怎么有空来看我直播？昌哥。啊，谢谢昌哥啊，谢谢郑昌，谢谢昌仔啊，哇，中信兄弟的这个后援投手哈、啊，最强终结者也来我们直播，感谢昌哥 ，OK， 哦，不是昌兰哥哦，是李正昌昌哥哦 ，OK， 好，这边我们看一下对手的回击，这颗球14-9在界内 ，OK。谢谢这个哲弟，谢谢哲弟的分享啊！哲弟，这个哲弟，我想告诉你一句话，就是为 JPG 啊 ，OK， 好，语言专家小林最烂啊 ，OK， 不要说我是语言专家，我是语言最烂 ，OK， 好，这边我们看一下，昨天没投好，没关系啦，昌哥加油 ，OK， 加油，昌哥没有问题的，你小李飞刀哎、欸、哈，你月薪500,000的男人 ，OK， 好。这个部分我们看一下，周天成起跳直接锤扣，哇，这个锤扣漂亮啊，吼，还露出了腹肌，哇，15-9，周天成再六分，拿下低点的比赛不是问题。周天成发球发一颗短，再一个隐蔽性的出拍，对手有守住，但是周天成继续站中去压迫对手。OK， 好，我们看一下周天成来到后场。没有机会，这个部分做一个虚攻。这一颗球的落点16-9，在界内。16-9，好的，目前比数16-9，周天成7分的领先。谢谢佳慧的分享，也欢迎各位朋友们持续在影片底下正能量按赞，帮周天成加油，再赢5分就拿下第一点的胜利了。希望可以集到55个，影片底下继续正能量按赞，集到55个按赞正能量，帮周天成加油，集气。OK， 集气。好啦，宏志先去忙 ，OK， 慢走 ，OK， 好，谢谢张少啊，福福马来西亚现在对泰国有福福吗？福福有出现吗 ？OK， 谢谢 John Lee，OK，、okay, 目前比数16-11，哇，对手也是有点追上来了哈，谢谢 John Lee 帮小天加油 ，OK， 那目前比数16-11，OK， 对手发球发一颗短，周天成这颗球。回到一个大界外，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失误啊！好，回到界外，16-12，哇，可这个部分小天可能要调整一下哦。哦，虽然我们有4分的领先，哦 ，Hello， 福福你好，哦、马上浮出水面，让我们知道。OK， 这边周天成直接起跳锤扣，这球是在 in 还是 out？in or out？in 这个部分是在界内，好球。OK， 周天成这个部分挥击是在界内。OK， 力量人周天成好球。OK， 17-12。周天成5分领先。OK， 再来回一个后场高，谢谢福福的分享。这边我们来看一下周天成再回一个后场高，往前去控场，拨球拨到一个短球，来到后场再一个锤扣，再一颗短，对手被唬得团团转。
哇，这个部分啊，这个部分呢，周天成呢，哈，哦，左吊右吊，不停的吊动对手，最后对手扛不住了，好，直接回球没有过，18-12，18-12，好球。OK， 谢谢佳慧的分享，谢谢 Carlos， 谢谢这个子瑜，谢谢 Johnny， 哇哦！之前看到 BWF YouTube 有直播是真的吗？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这个只能看运气啊。如果你要看 BWF 的 YouTube， 每一场直播你都要看的话，你就要用 VPN 啊，哈 ，VPN 是什么的话，你可以在 YouTube 上啊，或者是 Google 上搜寻 VPN 教学，你就可以知道怎么用了哈。跟这个陈峰讲一下，好，目前比数是来到了19-12，19-12，要来回顾周天成是怎么样获胜的。我们需要回顾历史，欢迎来到小林调查，我是小林。OK，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周天成这颗球回个后场高远，哇哇哇！这个部分有没有在界内？没有，没有，19-3。我们继续回顾历史，来看一下周天成，来看一下周天成，19-13，再两分。OK。这个部分我们看一下周天成这边，哇，雷霆万钧的暴扣拿下了分数，20-13，谢谢冠轩。 OK， 这个部分呢，谢谢冠轩帮周天成加油，再一分，再一分， one more point， 再一分，再一分。 OK， 谢谢杨洋这边大对角再来一个中，哦，跟这个对手去做一个平抽挡，周天成反拍调动对手，再来这一颗，哇，对手人比球快啊，20-14，对手拿一分，再一分，我们再一分，再一分，我们有六个局点，有六个局点，赛末点讲错了，六个赛末点，谢谢这个 you，OK，okay， 谢谢 you 的分享 ，OK，OK，OK，、okay， okay， okay， 有人说周天成很会演呐，啊，所以叫他影帝，但我个人觉得每个人都有他的想法，然后我个人觉得他就是一个在场上很认真在拼搏的这个选手，那他有没有演呢？我个人是觉得我对他的评价是没有啊，但是大家这样想这样说，我们都尊重啦哈。20-14，20-14，哇，这颗球对手回击是来到界外的，周天成拿下胜利，谢谢我们的对手，谢谢我们的对手，也谢谢魏星瑜的订阅支持。OK， 来感谢大家正能量帮周天成加油，周天成拿下第一点的胜利了。那羽球团体赛是比五点，那下一点即将上场是我们台湾的这个林洋配男双，好，小天体力强，谢谢 Maggie。OK， 好，那等一下呢，即将来出赛的是我们的这个林洋配的男双，等我一下哦。好，第一点呢，小天已经拿下胜利了。那即将来到第二点的是李阳王麒麟要对上的是德国的马文跟这个杨 ，OK， 杨 ，OK。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也继续来看一下，好戏剧性的三场。谢谢泽弟的分享，谢谢 Max。也有人说李子佳也喜欢演 ，OK。谢谢张少的分享，谢谢 Carlos， 谢谢 John Lee。OK， 羽球赛事看小林，台湾选手一定赢。我是正能量主播小林，也欢迎大家在影片底下订阅我的小林 Lin's Life YouTube 频道，第一时间整理最新的台湾选手比赛资讯，帮台湾选手加油集气。影片底下订阅我的小林 Lin's Life YouTube 频道，第一时间掌握台湾选手最新比赛资讯，帮台湾选手加油打气哦。好的，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谢谢张少的分享。OK， 那也欢迎大家持续在影片底下正能量赞，希望可以集到65个正能量赞，帮周天成哦，帮接下来的台湾选手李阳王麒麟加油集气喽。好，啊，不客气啊 ，Abigail。OK， 熟悉的三局。OK， 好，有熟悉吗？有没有熟悉 ？OK， 还是熟 B， 还是熟 D， 还是熟 E， 还是熟 A？ 好，一定要熟悉吗？好 ，OK OK， 谢谢阿奇的分享 ，OK， 好，等一下不会看你，我会去看艾尔达 ，OK OK， 谢谢你的报备，感谢你特地过来哦，好 ，OK OK， 毕竟小林太吵了啦哈，有时候这个有时候大家觉得太吵就不要看也是 OK 的，可以理解 ，OK， 萧胜杰台湾的吗？欸，你突然讲一个萧胜杰台湾的吗？我有点不知道该怎么接。萧胜杰不是吧？萧胜杰他上面是写 是德国的、欸、，OK， 可能是华裔吧，或是台裔吧 ，OK， 这个部分要看一下。好，谢谢曾佳慧的报备 ，OK， 好，我只知道李胜杰啦 ，OK， 突然冷了起来，没有关系，多去穿个外套 ，OK， 好。
萧圣杰，哎，对，男单的这个第三点，就是在第五点的男单三这个部分出现了一个萧圣杰，不知道是谁，不过我知道李圣杰啦。李圣杰有一首很有名的歌，我们刚好可以顺便唱一下，因为我们昨天有200个赞哦，所以我只唱了一首歌，趁机来唱一下李圣杰哦，因为我们的男单在第五点有一个萧圣杰啊，来自德国的选手，他让我想到台湾有一个歌手叫李圣杰，我们来唱一下李圣杰的《痴心绝对》。这个猝不及防的唱歌，搞得大家吓了一跳。痴心绝对有听过的，在影片底下留言加一啊，我们看一下。OK， 有听过痴心绝对的，可以在影片底下留言加一。有听过李圣杰的《痴心绝对》的，我们在影片底下留言加一，让我知道一下，看看这首是不是一个很有年代的歌。OK， 我找到歌词了，多多按赞啊！有人听过哎，有人听过 ，Hello 伟宁 ，Hello 刘翔 ，Hello John Lee， 那我要来唱《痴心绝对》了。OK， 通常小林唱歌就是掉人数的时候，所以我。这个是一个噪音污染啊，所以大家就是如果你想逃的话，赶快逃啊！想逃的话，赶快逃。我们要先唱完这首，这个我们要先唱完这首李圣杰的《痴心绝对》啊，才会来继续播报啊。你想不想听都随便你，但是我是一定会唱的。OK， 好，我来，好久没有唱这首歌了。想用一杯 Latte 把你灌醉，好，可以 ，Hello 经验，好，我们定个 key， 想用一杯 Latte 把你灌醉，想，好，可以，3 2 1 go， 想用一杯 Latte 把你灌醉，好让你能多爱我一点。暗恋的滋味，你不懂这种感觉，早有人陪的你永远不会看见你和他在我面前，证明我的爱只是愚昧，你不懂我的那些憔悴，是你永远不曾过的体会，为你付出那种伤心你永远不了解，我又何苦勉强自己爱上你的一切，你又狠狠逼退我的防备，紧紧关上门来默数我的泪，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可能会，我还傻傻等到奇迹出现的那一天，直到那一天你会发现，真正爱你的人独自守着伤悲，直到那一天你会发现，真正爱你的人独自守着伤悲。好的，唱完了。哦哟，好久没有唱这首歌了。天哪，听说有人说走了一百位，是不是？走了200位、100位，是不是？好，没有关系，这些我都懂，我都了解。好，毕竟我们唱歌不是这么好听的。OK， 好，感谢大家还有留在现场。OK， 好，剩下100多了，果然是魔音传脑啊。OK， 那接下来呢？好，周天成已经赢了第一点了，所以现在第二点是来自台湾的男双李阳王麒麟要来对上的是德国的 Marvin 跟 Young。OK， 谢谢 John， 谢谢昭明。好的。那也欢迎大家呢持续在影片底下正能量赞，帮周天成，不是帮周天成，帮林阳配李阳王麒麟加油打气一下。OK， 好，那这个部分啊，这个部分我们继续来看看。OK， 来，我们继续来看看。等我一下哦。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德国那个排名第几啊？德国这个男双我不知道哎、欸，这个男双排名好像没有看到。可是刚刚周天成的那个德国的男单，他是世界排名62。OK， 所以这个部分大概是这样子。我们看一下李阳、王麒麟跟这个德国的 Marvin 和这个 Kevin 呢，哈 ，Marvin 跟 Young 呢，哈的对战，很可惜的是，这个部分呢，两组选手并没有对战交手的记录。那这个德国的 Marvin 跟 Young 呢，哈，这个 Young 没有世界排名，但是德国的 Marvin 世界排名来到了1897位，所以看起来应该是这场应该是好赢的啦，哈。刚刚的歌名很熟，但歌名很熟，但是歌名是什么？是痴心绝对。小林觉得这次有机会进四强吗？当然是有机会啦。觉得德国的球衣好泰国风，还好吧，还好吧。你是说裤子吧？这个 Manu OK， 还好啦，还好。痴心绝对没有错，痴心绝对，李圣杰的痴心绝对。李圣杰就是所谓的歌红人不红的一个歌手，好啦，他歌很红，可是人没有到非常红。谢谢招新啊，你也非常正能量，给你一个赞。OK 呀、yeah, ，欢迎各位朋友们持续在影片底下正能量赞，帮这个李阳、王麒麟加油打气，希望可以集到80个按赞正能量，帮李阳、王麒麟加油喽。好，那目前呢，李阳、王麒麟呢，哈是应该是今年呢，哈下半年的第一场，接近下半年的第一场比赛了，哈。那这个部分。今天李阳王麒麟身穿的是这个浅蓝色的这个比赛服，那他们的对手呢，来自德国的组合呢，也是身穿浅蓝色的比赛服。李阳今年26岁，身高178公分，双打世界排名第3。请问几点开打呢？现在就要比了，现在就要比了。谢谢骂 ，OK， 谢谢骂的分享，谢谢哲维。李阳王麒麟现在就要比了，那现在在热身，大概3分钟后开始。然后周天成刚在前一场比赛已经赢了比赛了，跟哲维说一下 ，OK。好，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接下来的比赛喽。好，那王麒麟呢，身高则是有188公分，今年27岁，一样世界排名双打的部分来到世界排名第3。OK， 那他们的对手呢是来自德国的双打组合 ，OK， 也是右手持拍。好，只要订阅小林，台湾选手就会赢。哎、欸，好，谢谢你的支持。OK， 好，那这个德国的选手 Marvin 呢，26岁，身高有190公分。德国选手的身材都偏高大了哈。那世界排名呢是来到1897名。女 YouTuber 吴景维要对上易胜龙。OK， 好，谢谢朱凯，他的 YouTube 频道是不错看的。男单62名那么难打、啊，永远都不能小看那个排名比你低的人 ，OK， 因为都有可能是这个黑马啊 ，Black Horse，OK，、okay, 谢谢这个朱凯的分享，谢谢奕晨 ，OK， 想到奕晨，我就想到以前有一个歌手叫范奕晨 ，OK， 那等一下要不要来唱一下范奕晨的歌？鼠燕，鼠燕，我们要假装好像在摸人的脸的样，好，要轻抚一下镜头。鼠燕，各位观众，鼠燕来了，鼠燕来了，鼠燕来了啊！鼠燕，哇，大家都好想你啊，是我们的小林频道的女神啊，哈，我们的新加坡女神鼠燕来了，哎呀，恭喜恭喜啊，蓬荜生辉啊，谢谢鼠燕大驾光临，哎呀 ，Hello 中中，哎呀，中中你也来了，中中火山专家，火山专家中中也来了 ，OK。所以你不要这样子，我好难过啊 ！QQ 好难过啊！谢谢蔡女团什么时候比？晚上8点，晚上8点。好，谢谢奕晨 ，OK。哎呀，我竟然被所谓骂，我好难过、啊。哎呦 ，QQ， 哎呦，不，比赛要开始了，我们不能再去沉浸在难过的想法里面了。哎呀 ，OK， 等我一下，好的，好，可以，
好，这样子1-1，1-1，目前比数1-1，哇，这个部分我们再下一层啊，不是再下一层，好，追到平手1-1，无拍的时候，等一下有又再比，好，谢谢张少分享 ，OK， 好，谢谢哲弟的分享 ，OK， 那目前的比数是来到1-1的平手，我们看一下，哇哦，这颗球回击啊，得分2-1，2-1，李阳王麒麟目前一分领先，好，谢谢鼠问，你也是 YYDS 啊，好。好，谢谢竹凯 ，OK， 小林被打枪，没有关系啦 ，OK， 这个部分啊，这个部分我被打枪习惯多了 ，OK， 太习惯了啊，这个常常被我女朋友打枪啊，这个部分啊，这个被多一个被打枪的也没有关系啊，不要再讲了啊，好，这个部分啊，这个别人我们看一下李阳啊，王麒麟退到后场，李阳来到前场。李阳往前短，李阳再来一个反拍，哇，李阳好会跑啊！哇，这颗球的落点是在界外，所以目前比数是来到2-3。上次有录到女友的声音的 VOD 有删掉吗？好像没有吧，我好像没有，比较少在删 VOD 的。OK， 好 ，VOD 就是那个直播回放的意思啊。OK， 好，谢谢这个火山大师的分享。OK。好，那目前比数是来到了2-3，2-3，啊，3-3平手。女神水燕是谁？水燕是谁？谁是水燕啊？这个徐叔看，不要帮人家乱取名字啦 ，OK？ 你就叫水燕就好，还是才水燕呢？这水燕这名字怪怪的，好，人家不叫水燕了 ，OK？ 好，谢谢这个谢的分享 ，OK。目前比数是来到了4-3，哇，双方多拍来回，啊，这个李阳王麒麟有说有笑，你女票肯定是女生，对啊，我们小林频道里面80%的观众都是男生，只要有女生，个个都是女生啊，不过你是最漂亮的那一位啦 ，OK， 啊，你绝对是我们所有的这个观众里面最漂亮的那一位 ，OK， 所以苏燕啊，你就是我们的这个我们这个小林频道的宅男女神啦 ，OK。好，4-3 ，OK。苏燕啊，就不要乱帮人家取名字啦，就叫苏燕，就打英文就好了嘛，哈。好，来这个部分，小天确定赢了吗？是啊，哦。好，目前比数是来到4-4的平手，哇，双方你来我往，哎，哦，非常的这个激烈，哇，双方多拍两个人，两组选手都站在场中，想要占据一个主导的这个优势 ，OK。影片底下继续留言777，帮台湾选手加油得第一。OK， 目前比数啊 ，Hello Ray， 辛苦你了，下课辛苦啦。OK， 下课十分钟的恋爱。OK， 我今天好嗨呀、啊，啊，因为看到很久没有看到这个，很久没有看到林洋配，所以特别嗨。再加上看到这个宅男女神鼠燕来我们这个频道，我也是特别的嗨。OK。还有这个火山专家来我们的频道，我们也是特别嗨。看到各位观众，我就是特别的嗨啊 OK， 谢谢中中陈汉跟马牛的777。OK， 目前比数是来到了5-5的平手，哇，双方你来我往啊，你来我往，哇，这个非常的这个焦灼。对，人家就说了，他的华文名字叫做这个苏璇，不要乱取名字，可以叫你苏苏吗？OK， 如果不行的话就不要叫叔叔，那叫璇璇可以吗？还是要叫 Lily 呢？哦，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们可以这样叫你吗？啊，不行的话，我们还是叫 Swan 啊。OK， 好，好，谢谢哲弟的分享。OK， 目前比数是来到6-5，六比五。OK， 6-5，李阳王麒麟目前呢一分领先中，这边王麒麟起一个高球，哇哦哇哇，这一颗有点可惜，这颗有点可惜，哇，起得有点高，给对手有点机会，有机可乘。哇哦，这边有点可惜，王麒麟已经扑倒在地了。好，谢谢这个 Johnny 的777，加油。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哇，这颗球其实李阳也想去救，只是王麒麟救得更快，只是。好，还是叫英文名字 ，OK， 好，那就先这样子了。好啦，那就先这样子，6-7，6-7，好。OK， 周 Ken， OK， 谢谢周 Ken 777， OK， 的确是有点肉麻 ，OK， 哎呀，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哦呦
哎呦，起了单，打了个冷战了，我怎么会这样叫名啊？这样叫被我女朋友听到，我可能会犯下来一些滔天大罪。OK， 好，谢谢竹凯的分享。OK， 好，这个竹凯这个网络的这个部分哈，不要太过肉麻，人家不喜欢的哈，所以我先跟你提醒一下。OK， 哇哦，这个部分德国选手哈，做一个短球，让这个台湾的这个林洋佩没有办法救，目前7-8暂时落后一分。Hello， 蔚蓝海岸，下午好，下午好。OK，Hello，我们的这个频道的这个干爹蔚蓝海岸，下午好。OK。如果你也想成为我们频道干爹的话，在影片底下可以付费订阅我们这个频道会员哦，可以成为小林频道的干爹。OK， 认真看球啊，对啊，认真看球啊，这个我们认真看球，不要再节外生枝了，人家等一下不开心，我们也不好意思了哈。好，7-9，7-9，哇，这个哎呀，可惜。好，这个部分我们这个效果不要做太过了，人家不舒服，我们就不好了。这颗哇，这颗德国选手的这颗点球，这个点球哇，太可惜了，我们没有接到。好，刚讲到蔚蓝海岸是我们的频道的干爹哈。那如果你想要成为小林频道的干爹的话，影片底下好可以付费订阅小林的频道会员。OK， 你就可以在每次的这个直播或者是影片里面呢留言啦，小林都会称你一声干爹。OK， 好，8-10，8-10。OK， 目前呢林洋佩呢继续追分钟，目前呢林洋佩暂时2分落后。再来我们看一下这一球王麒麟的回球，哇，可惜界外，8-11，8-11。OK， 谢谢瑞。对，下半场反超，我个人觉得其实刚开始打的可圈可点，只是后来在这个攻守转换上面，或者是在这个主导权的部分呢，还是德国打的比较主动积极的一点。OK， 什么德国利加隆，没听过哎，不好意思。好 ，OK， 好，跟中中讲一下。好，羽球赛事看小林，台湾选手一定赢，我是正能量主播小林，也欢迎大家在影片底下正能量按赞订阅我的小林 Lins Life YouTube 频道，第一时间呢分享台湾选手最新的比赛资讯给大家，一起在影片底下订阅我的小林 Lins Life YouTube 频道，第一时间掌握台湾选手最新资讯，帮台湾选手加油集气哦。那这个部分许竹凯说慢热也有可能，因为现在才第一局才刚比过没多久而已，所以有可能是慢热。那我个人觉得其实还好，没有到什么慢热，我个人就反而觉得说已经进入到比赛的状况了，可是在这个整体的这个可能在球感上面来讲，毕竟太久没有比这个国际赛，可能还是有点生疏，还在适应那种国际赛的氛围啦。那目前哇，说完了，林洋佩再度以他们精湛的默契搭配拿下分数，9-11，9-11。好，目前比数9-11。OK， 谢谢中中的分享。OK， 好，这一刻部分我们说着，刚有我们都说慢热啊，结果呢，林洋佩告诉我们没有慢热哦，他们已经热开了，轰轰轰。OK， 10-11，10-11。OK， 再来我们看一下。好，谢谢 Ray。OK， 再来这一球11-11，11-11，好球，好球 ，Nice play。哇，这边呢回一个中路，哇，攻击中路，好球 ，nice play。啊 ，Ray 说会不会跟小天一样 ？OK， 哎，不一定哦，我个人倒是觉得有可能直落二啦。OK， 好，11-11这边，我们看一下，哇，好球，好球，哇，李阳这边呢非常果断啊，当机立断回一个中路拿下分数。12-11，反超一分哦，我们领先一分，继续领先啊！如果你觉得我们台湾选手林洋佩可以继续领先直到最后，影片底下留言777一棒，台湾选手加油得第一。好，这边我们看一下，哇，王麒麟直接一个垂直跳扣拿下分数，13-11，超车啦！超车成功 ，OK， 13-11。好球，好球，再来一球，得分，再加一分 ，OK。那也欢迎大家在影片底下正能量按赞，希望可以突破100个按赞，正能量帮李阳王麒麟加油集气 ，OK。好，谢谢这个玉轩啊，谢谢中中，谢谢 John Lee， 谢谢这个 Ma New， OK。目前比数13-12 ，OK， 13-12这边，哇哦，这颗球也来不及救。
谢谢宪政 ，OK， 谢谢右鲁，好，777帮台湾选手加油，也欢迎大家不要忘记哈，在影片底下正能量按赞，帮台湾选手加油集气，希望可以集到100个按赞，正能量帮台湾选手加油喽。谢谢 Abigail， 好，这个部分目前比数是13-12，哇，这个部分好像要用鹰眼来判断喽，是不是要 challenge 了吗？要 challenge 了吗 ？Oh no， 要 challenge 了。Challenge，Challenge。OK， 谢谢玉明的777。OK， 777。OK， 目前我们来看一下鹰眼的回放，这个部分是有在 in， 哎，哦哦哦 ，no no no， 是 out， 是 out。所以我们看一下这颗球最后的判决，这颗球是落在界外的，所以目前比数 challenge unsuccessful， 没有成功，再加一分，台湾选手再加一分，领先14-12。14-12，这边发球发一颗短，结果我们再度拿分，15-12，再六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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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局就拿下。刚刚没有宕机哦，是我六分六太久了。OK， 再六分，再六分。OK， 我们看一下回一个后场高这颗球。这颗球，哎呀，15-13，15-13，我觉得我刚这样666，好像这样再六分，好像有点娘哎、欸，不要再这样举了，我就刚觉得、欸、怎么有点这娘娘的动作呢？15-13，15-13被自己笑爆，我看好球啊，这个王麒麟还在笑，王麒麟这颗球呢拿下了分数16-13，漂亮的王麒麟哇，空中挺腰啊，这个腰啊，哇，跟水桶一样粗啊。今天是俄罗斯的什么日子吗？我不想知道，也没有兴趣知道。哎，这个中中，那你要讲也是 OK 啦，让大家知道一下。OK， 好 ，OK， 好，那目前比数是来到16-13。OK， 16-13。OK， 哇，这颗球回得有点高，回得有点高，但是我们看一下目前比数17-13。好，17-13。OK， 我们看一下。等一下，这个画面怎么怪怪的？等我一下哦。目前这个大会的这个大会提供的这个网址怪怪的。好，目前比数18-13，18-13。哎，请问一下，我这个声音听得清楚吗？好，不好意思，因为刚刚好像那个这个讯号有点怪怪的。如果这个声音听得清楚的话，再帮我留言加一下好不好 ？OK， 因为刚刚这个部分。大会这边啊、哦，好 ，OK， 可以回复正常了。好，目前比数是18-13，18-13。好，谢谢中中的分享 ，OK， 好，谢谢瑞的分享，哦，声音可以哦，好，谢谢骂。好，目前比数是8-14，哇，这个德国选手最后一分是8-14，我们还是四分领先，再三分，再三分 ，OK， 好，清楚吗 ？OK， 好，这样我了解了，谢谢，收到。好，也欢迎各位朋友们继续在影片底下正能量赞，帮我们台湾选手加油。OK， 希望可以呢哈，在我们大家正能量加油之下呢，帮台湾选手哈一个就是继续呢哈拿下分数。OK， 好，等一下，哎，都是的，这个为什么大会没有画面了呢？好，那目前的比数是来到19-15。哎呀，这个突然大会不给画面，不知道为什么哦，可能转播讯号有点问题吧。目前比数19-15，再两分，拜托，两分拿下吧，两分，我们就在那两分了 ，two points。林洋每次都是前面浪，后面开打就认真。哎呀，熟人的观察也是 OK 的，前面有点浪吗？我觉得今天还好啦，有点浪，还是小波而已，小波浪啊，好，这个海浪滔滔我不怕 ，OK。啊，这个作为这个部分呢，这是第几点？这是第二点啊 ，Jim。OK， 好，所以这个浪是小的啊，没有到大浪。OK， 无风不起浪。OK， 好，目前比数是来到20-16，20-16，比赛进行到第二点呢是第14分钟了，20-16，我们已经到第一局的进步，好球，21-16，第一局拿下，
第一局轻松的拿下五分的领先，拿下了比赛第一局的胜利。余球赛事看小林，台湾选手一定赢。我是正能量主播小林，也欢迎大家在影片底下，正能量按赞，帮我们台湾选手加油集气，帮台湾选手加油打气。OK， 也欢迎大家在影片底下订阅我的小林 Lin's Life YouTube 频道，第一时间掌握台湾选手最新的比赛资讯，帮台湾选手加油集气。一起在影片底下订阅我的小林 Lin's Life YouTube 频道，第一时间掌握台湾选手最新资讯，帮台湾选手加油喽！好，这个回答俊的问题，我们是在第二点，第一点的周天成已经拿下比赛胜利了。那也不要忘记在影片底下正能量按赞，帮台湾选手加油，希望可以集到100个按赞正能量，帮台湾选手加油集气喽！好 ，one more， 没有错 ，one more，OK，、okay? we need one more，OK，、okay? 再一局，喝个水。哎呀，水喝完了。等一下，羚羊配结束以后，我可能去喝，补充个水分，买个饮料，喝个美露。我看一下，刚刚好像有人打电话给我。哦，没有，我看错，没有人打电话给我，我是个边缘人，没有人打电话给我。QQ。哎，这个是什么样的话剧社演技呢？好，节奏回来了，你在讲话。OK， 好，谢谢这个火山大师。OK，Abigail， 谢谢你的分享。啊，谢谢哲弟。好 ，OK， 好，还有我们的背景音效有一个这个警示声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好，那目前比数是来到了，等一下，我们看一下。好，那双方还在准备中，我们来看一下。好，双方还在准备中。好，那这个比赛呢即将要来开始。好，羚羊配往里加油夺第一，谢谢这个 Bake。OK， 如果你觉得啦，好，如果你觉得这场比赛羚羊配可以直落二拿下比赛胜利的话，影片底下留言加二。如果你觉得羚羊配可以在这场比赛拿下直落二的胜利的话，影片底下留言加二。好，我们来看一下咯。好，那目前比数啊，比赛开始，谢谢阿奇的分享。OK， 好，那这个部分呢，让这个德国组合先持得点。好，好，谢谢宪政，谢谢骂，谢谢维文。OK， 谢谢玉轩。那目前比数是来到0-1，德国组合发球，这边李阳配往前再来，李阳好蹲的比较低一点。OK， 回到一个后场高，李阳反手，哇，这球王麒麟这边。回球出界，0-2，暂时两分落后。谢谢 Johnny， 谢谢俊，谢谢玉轩的分享。OK， 好，那也欢迎大家持续在影片底下正能量按赞，帮我们台湾选手李阳、王麒麟加油集气。目前比数0-2。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哦，这一球，目前是1-2。好，有拿回一分。哎呀，这个部分。哦，我们的这个团体赛，哦，第一点到第二点到目前呢，已经进行了一个多小时了。谢谢文阳 ，OK， 谢谢 Abigail， 谢谢 John Lee 的分享。好，目前比数是来到1-2，这一球，哇，王麒麟这边回球出界，1-3，谢谢大卫 ，OK， 目前比数1-3，加油，李阳，王麒麟，冲 ，OK， 向前冲啦 ，OK。加油，羚羊配继续得分，羚羊配加油，羚羊配 OK， 这球我们看一下，羚羊起了一个后场高，再来我们看，哇，这个部分分球，羚羊想分球，结果球分出了界外，1-4，有点遇到一点小乱流。对这个部分呢，好，要稳住。影片底下继续正能量按赞，帮李阳王麒麟加油，把满满的正能量送到泰国球场，帮李阳王麒麟加油。这一球对手回出界，我们再得一分，2-4，拿回了比赛的发球权。好球，来发球，继续得分，再一球。好的 ，OK， 目前比数是来到了2-4。OK， 目前比数2-4。OK。我们来看一下，
二比四，二比四。好，加二，加二。OK，OK。好，再来，我们看一下，目前三比四，三比四。不好意思，我刚刚讲太慢了，没有跟上。这边李阳回一个后场高，这球再守，有，哎呀，可惜可惜。哇，这个部分真的是回的有点高，让对手有机可乘。三比五，三比五。谢谢智顺，谢谢智顺，谢谢 John Lee。加二的意思就是台湾选手直落二打败对手拿下胜利。OK， 谢谢这个恩线。好，目前比数三比五，三比五。我们目前暂时两分落后。好，面对到的是来自德国的一个比较排名比较后面的选手。OK， 那世界排名第三的李阳王麒麟这一球回击，我们来看一下这球回击没有过，三比六，三比六，对手得分。哇，我们目前暂时三分的落后。不过我个人是觉得李阳王麒麟他们现在这个看起来神色自若啊，哈，这个态度是轻，不是轻松啊，就是态度没有看起来说有点这种面有难色的感觉，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还好。Hello 水鱼宝啊，水鱼宝 ，Hello Hello， 好久不见。水鱼宝也是我们这个频道少数的女性观众，也是个正妹 ，OK， 也是个女神 ，OK， 谢谢连春，连春，谢谢你的分享。OK， 好，目前比数3比6，再来，谢谢泽弟，泽弟这个部分哦，你这个部分哦，人家不想要回，这个人家想要看球啊，就不要 Q 别人啦、啊、哈、哦，我们先跟他这样讲哈、哦，我们开玩笑，所有的玩笑开在我身上就好，千万不要开在我最爱的观众身上，好不好？所有的玩笑开在我身上就好了，哦，不要开在这个我喜欢的观众身上。好，所有的指责，所有的批评，好，开在我身上就好了，我一个人扛起来。好，不要去妨碍我们的观众他的这个看球的这个心态，也不要去骚扰我们的观众。所有的这个，所有的玩笑，所有的指责，开在我这边。小林，我一肩扛起啊。OK， 好，这边我们看一下啊，这边有点可惜啊，哇，这球想要回击，结果回击挂网，李阳的一个回球挂网，目前比数是来到四比八，四比八。好，谢谢泽维的加尔，谢谢 Carlos 的分享。OK， 好，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好，目前比数是来到4比8。好， 4比8，我们暂时落后四分。德国选手这个小帅弟来开球，哎呀，可恶啊！哇，这个部分可惜，我们没有接好，4比9。怎么跟我一样的名字？什么意思？OK， 没关系啊，可能就是比较巧合吧，或者是我也不知道啊，这个世界地球这么小。OK， 好，再来我们看一下这一球，球的落点是在，哇哦，四比十，这球我们拿分哦，五比十吗？啊，没有，更正，四比十，我们看一下德国选手的发球，德国选手发一个短，这边。黄麒麟，好，先去回，再来黄麒麟的直线扣球拿分，5比10，好球好球，再来一球，继续得分，不要停 ，OK， 好，目前的比数是来到5比10，好，我们看一下李阳的发球，发一个短，再来这个，哇，回球的部分。我们看一下回球的部分是在界内哦，好球，我们开始追分了。好，谢谢 John Lee， 谢谢玉轩。影片底下留言777，林洋佩加油得第一。影片底下留言777，表示林洋佩加油得第一。OK， 好，再来我们看一下。OK， 目前比数是来到了7比10。OK， 七比十。好，目前比数七比十。OK， 好，来，我们目前的比分是来到7比10咯。OK，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目前比分7比10。这边黄麒麟这边的防守，哇，有点可惜哦，对方球比较快一点。7比11，我们追到暂时4分的落后，没有关系，4分可以追。OK， 好，谢谢这个 John Lee， 谢谢玉轩的分享。OK， 好。四分还是可以在可以追分的范围里面的 ，OK 的，不要紧，好，问题不大，稳住，OK， 好，
余球赛事看小林，台湾选手一定赢。我是正能量主播小林，也欢迎大家在影片底下订阅我的小林林's Life YouTube 频道。第一时间我会把台湾选手最新的比赛资讯做成影片分享给大家，欢迎大家在影片底下订阅我的小林林's Life YouTube 频道，第一时间掌握台湾选手最新比赛资讯，帮台湾选手加油集气喽。好 ，OK， 也欢迎大家继续。如果你想要知道我们台湾选手最新的比赛资讯，欢迎大家在影片底下订阅我的小林林's Life YouTube 频道。第一时间我就把最新的资讯做成影片分享给大家，让大家第一时间帮台湾选手加油咯。好，谢谢 Johnny。OK， 好，那这个部分也欢迎大家继续在影片下正能量站帮李阳光麒麟加油打气一下。好，目前的比数呢是8-11，暂时的三分落后。好，我们已经最后一分了，继续冲，8-11。好，这个部分，好，这个好，林阳佩来发球。继续得分在一球。哇，这个部分德国队的选手跟裁判有一些 argument 啊，OK， 我们看一下这个部分，目前的比数是来到8-11。OK， 好像要 challenge 哦，好，7-11啊，刚刚分数好像有点错误啊。重新 challenge 一下，这个发球有没有在界内呢？哎呀，哇塞，差一个小拇指的距离，哇，所以是 challenge successful， 所以是德国选手发球没有过了哈，8-11，我们台湾选手得分8-11，这边林阳佩这边再来，哇，这个部分我们看一下王麒麟的分球过网。8-12，对手得分，哇，这边还是四分差。亚运的部分目前已经确定延期了，所以不确定什么时候会比啊。OK， 所以这个谈亚运会不会播还太早，说不定明年才比啊，也说不定年底才比，所以这个部分不确定了哈。好，9-12，好，这个部分我们台湾选手继续追分哦，好，影片底下留言777表示台湾选手逆转胜，没问题。影片底下留言777，台湾选手加油得第一。OK， 好，哇哦，这球漂亮，继续得分，来10-12，好球 ，nice play， 继续得分，漂亮哦，合作无间。OK， 这个合作无间的李阳王麒麟继续靠着默契还有技术继续追分10-12。谢谢 Johnny， 台湾神童小林货真价实，现在不流行台湾神童啦，已经过气了，OK， 换个绰号好了。OK， 好，目前比数是来到11-12。好，这个部分我们来看一下。好，这个部分是目前比数是来到12-12。OK， 目前比数是来到12-12。哇塞，这个部分 ，OK。这一球，哇，追平了，好球！目前呢，我们追到平手、哦，OK， 好，谢谢平力，谢谢 Manu， OK， 谢谢 Johnny， 谢谢张少的分享。目前比数是13-12，我们反超成功 ，OK， 好球！影片底下留言777表示台湾选手逆转胜，留言777不要停，帮台湾选手林阳佩加油的第一。Go！哇，这边王麒麟的扣球直接得分再一球 ，All right， 不要停 ，All right，non stop，win，win，win，OK，OK，、okay, 现在，哇，现在是小林 in the house，OK，Let's go， 林阳佩 ，Let's go， 冲 ，OK， 帅了，反超14-12，现在气势全都在我们这。14-12 ，Oh yeah， 哇，这边我们看一下李阳的救球，哇，这球有点可惜，没有关系，可惜不是你 ，OK， 但是这一球我们有，就是没有办法救成功，我们还是领先一分，14-13，继续得分，一直在爬山 ，OK，Go，Win，Win，Win， 14-13，我们继续领先一球来接发。来接德国选手的发球 ，OK， 这球我们合作无间，继续防守，手中反攻，得分 ，Oh no， 我的隔壁邻居现在在吸尘器，吸得非常的大声
OK， 哇，这个非常的大声，有点本来已经非常吵的声音，再加上吸尘器更吵了。15-13，哇哇，这边我们看一下，李阳连续两三颗的防守，哇，现在大家都强攻李阳，结果这个部分对手得分15-14，我们还是领先一分。维文说上个厕所就被反超了，那你要不要再去上一次厕所回来，说不定我们就赢了。OK， 开开玩笑，不要往心里去。OK， 目前比数来到15-14，15-14，林洋佩持续领先一分。OK， 目前比数15-14，德国选手来发球没有错，你听到的是隔壁邻居的吸尘器。Oh yeah， yes， 哇，这球漂亮，好球！台湾选手这边拿下分数16-14，哇，对手回球挂网，我们目前两分领先，两分领先。16-14，16-14。你的邻居用吸尘器帮林洋佩加油。哎呀，不需要吸尘器，我这边有扩放大扩音机耶。林洋佩加油，继续得分再一球。林洋佩 ，Go Go， 继续得分 ，Go Go Go。我这边还有扩大机，不需要这个吸尘器。OK， 好，谢谢这个 Johnny。16-15，我们目前领先一分。OK， 这边。李阳往前做大角度分球，李阳哇迅速的这个左右移动，李阳来到后场直接中路，好球拿分，17-15，17-15 ，OK， 谢谢 Johnny 的分享哦，17-15，17-15 ，OK， OK， 可以可以，影片底下继续留言777帮台湾选手加油得第一 ，OK， 目前比数是来到17-15，17-15 ，OK， 来我们来看一下 ，All right。好，目前18-15，这边王麒麟后回一个后场高，再来加油直落二啊，没有没有，现在没有直落二了，哎、啊、不有有现在有直落二，现在有直落二，有机会直落二，不好意思，我刚讲错了。OK， 好球，18-15，18-15，好球好球，再三分再三分 ，check it out check it out，OK，、okay, 再三分再三分，第二点的冠军，第二点的胜利就拿到手了。OK， 再三分，再三分，林洋佩就是神。OK，OK，All right，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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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ght， 这个部分不要急，不要急 ，Don't worry，Don't worry， 胜利一定 victory， 加油加油 ，Go Go Go。OK， 才刚下课 ，OK， 宋有明才刚下课，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周天成第一点的男单已经获胜，现在正在播放的是第二点。OK。OK， 目前比数是来到了18-16，18-16，台湾选手男双两分领先哦，头发有点痒，不知道为什么，昨天明明有洗头，现在突然有点痒。OK， 18-16，18-16，哇，这边我们李阳往前再来，王麒麟再来回一个后场高，再来王麒麟回球。李阳这边漂亮，好球！19-16，19-16。小戴晚上8点，女团是对上澳洲，不是对中国。谢谢朱凯的发问。徐慧，小戴晚上8点，正正你好。女团晚上8点 ，OK， 小慧你好 ，OK。19-16，这个女神说好悲惨，现在两个电脑，一个手机，一个电脑工作，一个电脑看球，手机听我，手机听我，那我们给你一个 ASMR， Swan 加油 ，Swan 加油，加油，你心底加油加油 ，Go Go Go。好的，我们刚刚给我们观众放松一个耳机的这个 ASMR， OK， 他可能会关台，他可能会直接听到以后关掉。OK， 19-17，我们再赢两分就拿下胜利。OK， 谢谢 John， 谢谢这个宣如，谢谢祖凯。OK， 19-18。OK， 全部的这观众朋友们一起陪我们的网友们工作。19-18，19-18，我们再两分就拿下比赛的胜利。OK，OK，Heart，Heart，、okay, okay, heart, 我们也 Give you heart，Give you a heart。OK。朱恩，谢谢你，20-18，再一分，听牌啦，再一分，再一分 ，OK，one more，one more， 再一分，再一分 ，one more， 再一分 ，one more，one more，one more，we need one more，OK，all right，one more，
OK, yes, yes, we, yes, we win this match, we win this match. 突然接八了。OK, 网陆续续讯号，不好。OK, 好了，我们刚开玩笑，故意制造一个网络讯号不好的样那个错觉。恭喜李阳佩好，王麒麟李阳21-16、21-18拿下了比赛的胜利，两点全胜。第一点男单周天成拿下胜利，第二点男双李阳王麒麟拿下了胜利。恭喜 ，congratulations to 李阳佩 ，OK， 李阳王麒麟 ，OK。好，恭喜我们李阳王麒麟拿下了第二点的胜利，第二点的胜利。OK， 谢谢 John Lee， 谢谢 John Lee。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三点啊，这个小林的邻居呢，可能嫌我太吵了，所以他就用这个吸尘器跟我对抗。OK，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让他一点，哦，让他一点。OK， 所以第三点呢是王子维的单打，将要出战的是来自德国的卡伊这个瑟费尔。OK， 好。晚上会直播吗？晚上你到时候就知道喽。谢谢治愈，好紧张。谢谢美琴耶。Yeah! OK， 余秋赛事看小林，台湾选手一定赢。我是正能量主播小林，也欢迎大家在影片底下订阅我的小林 Lin's Life YouTube 频道，第一时间就可以掌握台湾选手最新的比赛资讯，帮台湾选手加油集气哦。一起在影片底下订阅我的小林 Lin's Life YouTube 频道，第一时间掌握台湾选手最新的比赛资讯，帮台湾选手加油集气。羽球赛事看小林，台湾选手赢赢赢。OK， 好，这个部分我们继续来看下去。OK， 接着第三点呢，我们台湾的羽球王子维即将来上场对抗的是来自德国的卡伊舍费尔 Schaefer。OK， 应该是念 Schaefer 吗 ？OK， 我们来看一下。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哇，这个下一场比赛呢，王子维世界排名第15名的王子维呢，要来对上的是来自德国世界排名第84的这个卡伊。那王子维是右手持拍，这个卡伊呢也是右手持拍，卡伊有173公分。OK， 那王子维的部分呢？卡伊是1993年出生的，所以今年应该是29岁。那王子维呢是1995年出生的，所以今年应该是换算现在应该是27岁。好，所以这个部分王子维还是比较年轻啊哈。有小林这样的邻居是最棒的，是最不好的，因为这个常常要睡觉的时候我就在直播。OK， 好，所以这个部分我们暂时呢好先小小的休息一下。OK， 因为这个王子维的比赛还没有开始。然后我们刚刚呢很开心，大家呢哈正能量帮台湾选手按赞哦，破了100个赞了，所以我们继续来唱首歌来回馈的给大家。那大家如果不想听小林的这个魔音传脑的话呢，可以先去休息一下。我来看一下最近可以唱什么歌 ，OK， 最近有什么流行的歌曲，或者是大家也可以推荐一下 ，OK。好，如果大家想听小林唱什么歌曲，也可以欢迎跟我们讲一下哈。好，因为现在呢，是一个小中场小休息时间啊，准备球员要进场，好，所以我们呢就是可以来唱一首歌，因为刚好有满100个赞。好，我们刚有唱过这个《痴心绝对》。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看一下哦。最近的歌好像都有会唱的，但突然不知道该唱什么。囚鸟，离开你以后，再拿一点就赢了吗？再拿一点就赢了，没有，欸，再拿一点就赢了，但是还是五点都要比。离开你以后是周兴哲的歌吗？囚鸟可以考虑。话说，我们这个女神说她想要骂人，今天跟我合作的公司真的很无能。跟他们讲多少次要为我安排的事都没有安排到，幸好林阳赢了。欸，其实哈，这就是社会啊，因为社会上比你没有能力却位高权重的人太多了，但是他们有的就是钱，那他们有钱要跟公司合作，看在钱的方面，我们还是得低声下气，这就是社会的现实。除非有一天你钱多了，你权力比他多了。那这下子换你可以指挥他们。当你没有办法指挥到他们的时候呢，他们有的是权力，
有人是位高权重，就可以拿这些东西呢哈来摆烂啊。所以这个部分呢哈，这个 Welcome to the Jungle，OK，okay， 这个 Swan， 欢迎你来到这个现实的残酷的社会现实。所以这个部分呢，哈，小林也是经历到非常多啦，哈，这种事情呢，哈，只能真的是私底下抱怨啦。啊，你想骂我，你想骂的话，小林当作那个很无能的人，让你骂一下，哦，让你开心一下。你想骂什么，哦，我都假装是那个无能的人，你可以骂，好，所有人骂，哦，如果骂我，你可以消气的话，你就尽管骂我好了。OK， 请问要去哪里看比赛？艾尔达体育三台啊。OK， 好。然后可惜不是你 ，My name is Chi 什么 Cheeky，OK，okay， 好，谢谢冠玉，啊，你已经到完热身，我们是媒体，明天就要出考了，我让公关为我安排的访问完全没有排到，所以我要的内容完全没有啊，这也是常有的事啊，因为公关有时候就是做事啊，这个行政效能不利啊，所以这个部分。真的就是要考验你的这个临场反应的。当然，我是站在你这边的啦，哈，因为这个公司其实有很多有问题的地方啊。他跟我讲要后天去嘛，面子这么大嘛，真的是面子大，没办法，这个部分他钱多嘛，啊，这个部分这个人啊，真的你可以继续骂他没有关系啊，你在这边再继续发泄你的这个负能量啊，所有的负能量往我这边来，我完全吸收，你尽管骂吧。OK， 这个永谦啊 ，EQ 真的高，没有啊，我每次看完你们留言，我都走心啊。OK， 我每次都破防啊。艾尔达频道有，谢谢朱凯，谢谢君属。刚刚有人点歌，欸，我看一下，你不属于我，可惜不是你。世界那么大，不会唱啊。OK， 台湾得第一，谢谢中心的分享。请问去哪里看比赛？被艾尔达哈，囚鸟离开你以后怎么这么熟啊？离开你以后是什么歌？怎么这么熟？对，离开你以后是周兴哲的歌啦。啊，离开你以后，萧圣杰是德国的台裔。谢谢朱凯的分享。OK， 好，那我们唱一首歌打发时间，然后我去喝个水，然后等一下回来，但是可能会 delay 到比赛，我会把这个分数秀给大家看。好，我们先唱一首歌，唱一首能够发泄怒气的歌。有点负能量的歌 ，OK， 我们看一下有什么负能量的歌可以听。好，我来看一下啊，有什么负能量的歌可以听。这样看。我来看一下哦，负能量的歌有什么可以唱的呢？我来看一下，负能量的歌好像我都不太会，怎么办？好，不专心是一首歌吗？范玮琪的最重要的决定不是负能量啊，那些年也不是负能量歌。好啦，这个我来点一首好了，点什么呢？好啦，我们来点一首这个有些人可能有听过的歌啊，刚好我也会唱谢和弦阿寇的歌《寂寞疯了》。不知道寂寞疯了有没有人听过？有人听过那个寂寞疯了吗 ？OK， 这首歌我已经很久没有唱了，我只会唱副歌。这谢和弦的歌可能需要一点神经质啊。好，我们来唱谢和弦阿寇的歌，寂寞的歌，寂寞疯了。啊，寂寞的雨和你不会唱哎，这个曾家慧还没有。小林，你知道南极是人类的禁地吧？我觉得你可能老高看太多了。
好，我们来唱这个谢和弦的歌。哎，我怎么用到那个？我偶像，我老朋友，我的阿寇。我一唱完，你可能就关机了。我是阿寇毁灭者，我马上把阿寇的歌毁了。OK， 唱得非常的难听，这样子。好，我们来看唱《寂寞疯了》副歌的部分。我的寂寞疯了，可以哦，可以哦。好。来，我们来唱这首《寂寞疯了》，献给很多负能量满满的朋友们。OK， 这个汉堡哥说，今日戴志颖转播在艾尔达会有吗？可能会没有哦。OK， 好，我们来唱一下。OK， 台语人声的歌可能没有办法哦，台语非常不好。OK， 好，所以多想告诉你，多想告诉你，好像没听过哎。好，来，我们来唱这首歌《寂寞疯了》。来 ，three, two, one, go！ 我的寂寞疯了，我的空虚哭了，我的坚强已经碎了，他碎了，受的伤了。那你呢？那你呢？是不是一样疯了？我寂寞疯了，我的空虚哭了，我的坚强已经碎了，他碎了，受的伤的。那你呢？那你呢？是不是一样疯了？疯。哇哦！好，谢谢大家。大白天的我们就疯疯癫癫的，哇塞，哇塞，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OK， 好，马上走一半的人，现在掉到剩下150个人，我也是蛮厉害的哦。这个唱歌可以唱到把一批人赶走。好，我们马上回到现场哦，比赛已经开始了，我也不用去喝水了。OK， 等我一下。汉堡哥，今日带自己的比赛艾尔达可能没有办法播，因为他那个场地好像没有在转播场地。好，等我一下哦，我把比分调一下。好，你知道曾经有科学哦，谢谢这个火山，这个谢谢火山博士的分享。OK， 好，谢谢你的知识分享。好。OK， 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个部分。3-2，王子薇领先中，一分领先。王子薇一分领先中。OK， 3-3的平手，3-3的平手。哇，王子薇这个回马枪，哇，结果这个太甜了，太甜了，让对手得分，3-3平手，3-3平手。现在台湾的有谁在比？现在台湾是那个、王子薇在比啊。OK， 跟这个博彦讲一下，谢谢中中，谢谢佳慧。好，目前比数3-3，三比三。好，我们来看一下，谢谢这个奇缘吗？那个是念缘对不对？好，如果念错的话，给你道歉哦。谢谢奇缘帮子薇加油。OK。好，那目前比分是来到3-3，哇，这一球王子薇有点可惜 ，miss 掉，3-4，三比四，好，目前比分3-4，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哦，我去装个水，等我一下。好，谢谢这个慧慧说大家帮这个许慧吗？许慧吗？许慧帮他帮子薇加油，希望没有念错你的问那个名字，念错的话你再告诉我要怎么念哦。好，部分呢，我先设定一下哦，小林主播去装水，等等回来。好，
所以这边 跟大家讲一下哈，小林先去装个水，小林我先去装个水，等一下回来啊。OK， 好，谢谢钟钟的分享。好，那我的积分板一样放在上面啊，我先去装个水，等等就回来。Thank you.
Hello， 我刚刚去装水回来了，扣个扣子。OK。哦，现在是15-20哎。哇，王子维暂时落后啊！天哪，弟呀，妈妈咪呀，怎么会这样啊 ？Unbelievable！小林马来西亚输一轮了，哦，一输一点第一点输了是不是？哦，好，这样我了解了。现在是王子维第一局输15-21，没有关系，没关系，还有第二局。王子维起床啊，有点梦游的感觉。我们女神都说话了，我因为我刚去装水，然后顺便去谈个事情啊，重要的一些公事。所以现在回头过来看，王子维就输了第一局，没关系，没关系，还有第二局。然后中心说什么？上一届也是从王子维开始败的，没关系啊，每一届都不一样嘛，所以我们总是要而且就是不一样的想法嘛。OK， 好，宋有明说先输第一局，没有关系，没关系。OK， 留得青山在，才会烧不完。OK， 继续帮王子维加油。记得王子维首局不是都很强吗？然后操作是都后面两局输掉。哎，这球也不是说每一局每一次打都一样啦，哈，所以这个部分我们继续看。好，然后目前是0-0，目前是0-0。OK， 也欢迎大家持续在影片底下留言777，帮这个王子维加油得第一。你说谁很帅？你说我吗？我很帅，我知道啊，苏燕。OK， 好。你是说王子维，还是说我，还是说德国那位选手 ？OK， 哦，但就是哎，不要这样子嘛。OK， 啊，我知道了，你不是在说我，我难过了，你是在说王子维。好，没关系，没关系，王子维帅，对，都给王子维帅就好了。好，1-1的平手了吗？现在是1-1平手，谢谢这个 Lily 帮台湾加油。OK， 谢谢佳慧。OK。啊，那个报分数的部分哦，我是不反对大家报分数啦，毕竟上面就有积分板啊。如果你要报分数的话，也没有关系啦哈。好，小恐龙说小戴打完吗？晚上 ，Small Dinosaur。OK， 好，那目前的比分是来到了1-1的平手，1-1的平手。哇，这个部分对手这边如果稍微回球过高啊，就会被对手直接起跳扣掉。所以王子维这边真的要小心一点，因为如果你回球回太甜，对手是有身高优势的哦，他弹这个176公分直接起跳也是没有问题的。所以目前1-1的平手，第二局王子维第一局输，所以第二局是有非赢不可的压力。好，这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部分，王子维起一个后场高，这边有机会直接轻轻松松2-1拿分，漂亮，对手判断错误啊。好，目前比分是来到2-1，谢谢光速，谢谢佳慧。好，目前比分是来到了2-1的部分。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目前比分2-1。好，喝个水。我在想，我可能男子团体的部分，我可能最多会播到第四点，因为第五点如果要继续播下去的话。可能会来不及准备晚上8点小戴女子团体的部分，所以有可能我最多就播到第四点，然后下播，然后准备晚上8点的，然后吃个饭之类的。OK， 所以不一定啦，看情况。但是目前暂定可能就是先播到男子团体，我可能最多播到第四点，然后下播以后准备一下，然后播第五那个晚上的这个女子团体。OK， 好，宏志辛苦你咯。好，谢谢光速，谢谢玉轩。好，目前看起来王子维回稳了，目前3-1。这个部分，哇，可惜，哇，反手想要去接这一颗，结果王子维回挂网，3-2。我们需要你。哎，这个部分的话，就是我尽量啦，哈，因为。如果5点全播完的话，这个5点全播完，我可能时间上要准备小戴的比赛的那个女子团体的话，会有点赶，哦，不确定 ，OK。所以如果真的是第4点结束的话，那就是先跟大家讲，我可能最多播到第4。
好，这个谢谢这个郭景文嘛，对，这位选手凯呢，哈，这个他的世界排名是第84名，我们刚刚有讲过。OK， 需要你的正能量，没关系，正能量大使就先暂时交给你了。OK， 好，郭景文说王子维加油，我们为王子维加油，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个人觉得王子维最从东京奥运到现在，他的一个心态还有一个整体的这个心理的素质，好像没有调整的很过来。有时候看他比赛，技术实力都有，可是心态上好像就是心理素质啦，就是心理素质上好像对胜利缺乏了一点企图心。可是这也是我这边的观察啦，但是我还是支持王子维的。对，因为有时候会觉得说他很拼，可是在最后关头的时候，有时候好像就缺乏了那一点更拼的感觉。但是我还是好非常欣赏他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实力，好来到这个最高的殿堂。4-3，4-3，王子维目前一分领先。谢谢庭云，哇，大家都是看到的是喝竹炭水 ，OK， 好，谢谢洪志，谢谢洪凯，好，谢谢这个 Kenny， 谢谢这个庭云，还有光速佳慧的分享。目前的比分是来到了5-3，5-3，王子维两分领先哦，好球哦，谢谢光速的分享哦。OK， 那我们继续来看看，哇，5-3，5-3，哇，这个部分，今天这一场球，我们可以看到王子维他这边的策略就是想要去跟这个德国的这位选手凯呢去做一个多拍，那他也发现德国选手做多拍僵持的话，不稳定性会提高，所以他尽量去跟他打多拍，可是打多拍的话，王子维体力会下降的很快。所以这个部分也是一个隐忧啊。OK， 目前比数王子维还是占优势，6-3，7-3，7-3，好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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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一球，子维得分，继续 go。OK， 好球，好球，再来一球，子维得分 ，go go go。目前比分7-3，7-3。这边王子维回一个后场高，反手拍去点，再来起跳，好球，8-3，8-3。OK， 没关系啦，这个我们不会叫人，就不用管人家要不要洗板啦，我们都是感谢人家啊，他真的想要刷存在感，就让他刷啦哈，毕竟有时候可能在现实世界中得不到认同，啊，想要来这边哈刷个板啊 ，OK OK 的啦哈，我们都是认同他啦哈，光速神威，你好棒棒啊 ，OK， 好，目前比数8-3，这边王子维反拍再来。OK， 碎啦，碎啦 ，Nice play，Nice play，What a greatest match。OK， 目前比数是来到了9-3，9-3。OK， 王子维目前6分的领先哦。OK， 不错的，不错的，稳住，不要被带走哦，不要被对手那种追分气势带走，继续按照这个气势打就好了。谢谢景鹏，谢谢 Toys， 好，谢谢椅子哥，谢谢椅子哥。OK， 好，目前比数9-3。再来，我们看一下这边王子维回一个短球，再来哇去做一个拦截，哇这球追到最后放掉没有打，10-3，好球 ，nice play， 好球好球 ，OK OK， 继续保持，好10-3，10-3，七分的领先，也欢迎大家持续在影片底下正能量按赞，帮王子维加油，希望可以集到130个按赞正能量，帮王子维加油集气，10-3。王子维再赢一分，进入中场就暂停。王子维第二局跟第一局判若两人啊！哇塞，厉害厉害！10-3，10-3，这边我们看一下王子维反拍，推到后场起跳，左走中路，退后场高，再来往前短，再来去吊对手大角度，结果这球大角度吊出界。啊，目前10-4，10-4，目前比数10-4。要来吃饼干吗？我来喝个水好了。帮忙报比数不错啊，只要不要攻击比。对啦，是啦，没错啦，谢谢中心，中心说的好啊。中心说的 OK 啊，只是你报比数的时候注意一下，不要报错就好了。对啊，谢谢宇恩的分享。好，谢谢这个中心的分享，中心讲得很好，我帮你置顶。OK，
好，目前11-4，恭喜王子维7分的领先。OK， 我个人觉得王子维第二局有回稳的啦 ，OK 的。等我一下哦。好，中心讲的不错 ，OK。所以我帮你把留言哦，像显现在上面。不用技术暂停吗？11-4要技术暂停啊，要啊。OK， 好，谢谢宇渊的分享，好 ，OK， 好，也谢谢庭云，这个许慧 ，OK， 谢谢你 ，OK。好，那目前是11-4，所以这个部分这样看起来，王子维的第二局算是已经回稳热身完毕了啦 ，OK。好，所以现在继续对对手来做一个回应。好，也欢迎各位朋友们在影片底下留言777，表示王子维加油得第一。这一球王子维的回击，哇，出界11-5。我决定来吃包饼干，虽然晚餐时间快到了，但是身为胖子的我，身为吃货的我，决定还是来吃吧饼干吧。先吃的是。没有要业配啦，好，厂商没有给我钱，所以我就直接这样讲哈，话夹子啊，谢谢陈宏志，谢谢啊，今天要播12小时没有吧？你想太多 ，OK 啊，谢谢这个宇渊的分享，谢谢神威，谢谢陈宏志的分享 ，OK， 好，谢谢大家的分享。目前的比数是来到哇，这球的判决是来到了界外11-1 challenge unsuccessful， 所以。紫薇挑战失败，所以对手得分11-6，还是要小心啊，不要让对手追上来。我会不会觉得手心手背都是肉的感觉？不会啊，台湾选手赢我就开心啊。好，目前比数12-6，王子薇再度得分。哎，这还不错吃哎，鸡汁口味的。好，我们看一下，哇，这球德国选手直接来一个中路，哇，有点快，12-7。最爱 HK 说，该不会输掉一局，然后连赢两局，有可能哦。目前比数12-7。好，我们看一下这边王子维起跳，哇，大斜线。走一个大斜线，再来，好球，好球！对手回球挂网，13-7，王子维6分领先啦、啊。我昨天问你 call， 我听什么意思？昨天问你 call， 我听不懂。我们现在没有要 call in 啊。OK， 许慧说加油，子维逆转。OK， 没问题的。我猜台湾，我猜台湾5-0进8强。好，谢谢宇恩，好，谢谢神威。影片底下一样留言777，表示台湾选手加油得第一哦。OK， 漂亮啊，王子维这球漂亮的声东击西拿球拿分。目前比数14-7，王子维发球发一个后场高球突袭。感谢这个 Filbert C Lin 的订阅支持，谢谢你。好，谢谢大家777，谢谢玉轩、张丽、永明、张少的777，加油！影片底下留言777，表示王子维加油逆转胜。好，谢谢陈宏志的分享。好，宋有明慢走。目前比数是14-8。王子维目前是6分领先啦、啊，6分领先，我觉得目前是 OK 的。应该这样子看的话，第二局只要稳稳的继续打的话，第二局应该是可以赢，但是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脚步，然后不要被对方牵着走，然后接着就是。避免体力在大量的这个跟对方来回相持过多流失，
应该第二局稳稳的可以拿下。但是目前呢不好说啊，因为对手现在时不时都会有一些反击球，像现在呢14-9，对手又追一分。OK， 谢谢中中的分享，我不知道。我怎么可能知道你今天在路上遇到谁？对不对？是你讲我才会知道啊。小天确实打得不错，没有错。这个宇恩说得好，14-9。来这边我们看一下这个部分，我们看一下这个王子维，再来回一个后场高，再往前点短球，再图哦一远一后的一个拉吊战略。现在去跟对手拼多拍，王子维寻找得分的契机，往前放一个短球，再回一个后场高，左右去调度跟对手打四角拉吊，这个拍面来回非常的多拍，这颗球的落点是落在，我们看一下，王子维真的要稳住啊！我们看一下这球好像要挑战哦，王子维世界排名第15名哦，跟 Jack 讲一下。裁判是判界外，王子维要挑战，他觉得在界内。哇，结果在界外，14-10。好，目前比数14-10。哇，刚刚王子维这球大概差2根手指的距离就可以在界内了。好，谢谢宇恩的分享。王主任推到后场，哇，直接扣球，连续两拍扣扣扣，好球，拿分15-10。对，挑战用完了，谢谢永明的分享。你不是去洗澡了吗，永明？洗澡边用手机，这样会坏掉吧？我刚刚有人问女团稍晚有没有转播，应该是没有的。好，谢谢你的分享哦，陈宏志。好，目前是15-10。王子维发球，发一个短球，这边对手回击15-16，好球！王子维6分领先，再赢5分，再赢5分。劝说小天打完了吗？打完了，第一点赢了。直落二吧，我记得，哎，2-1赢了，谢谢陈源。我张少说什么可以用塑料包？看那就不用坏，那就不用坏了，什么意思？听不懂，听不懂张少的分享，不好意思啊。目前比数16-12，哇，这对手也是蛮会追分的哎。王子维一个回球太甜，他就是直接扣球了。16-12，王子维还是要小心啊，因为对手真的是不是好惹的，世界排名84，很有可能随时啊都会以下犯上啊，所以王子维真的不能回太甜啊，稍微一个不慎，对手就给你噗噗噗啦。16-12，王子维往前点一个短球，回一个后场高。这边我们看一下，哇，换王子维展开攻势。这边哇，一样啊，在中路的地方，王子维回的稍微有点高一点，主要还是因为对手加速了，王子维比较跟不上，也不是跟不上，有跟上，只是在出拍的选择上。他选择回一个中路比较甜的这颗球被对手攻破了，好，16-13，哇，这个部分要小心了。Jack 你也可以去买啊。Ryan 说目前我在土耳其，台湾几点了？台湾现在5:48，土耳其几点了？
好，谢谢张少的分享。哇，这个转播单位照到一个德国妹子，好漂亮啊！哦，原来 Ryan 现在在土耳其啊？那土耳其现在几点了呢？男团艾尔达有转播啊？对啊，就是在播这场，这场就是男团啊。好，跟陈文志讲一下，带进第三局，有可能要带进了。希望一定是有可能的，16-13，又是一个多拍来回，王子维这边要撑住啊！这颗球我们看一下，裁判的判决在界内，好球，17-13，好球好球，再四分，王子维撑住啊！土耳其12:49，谢谢你的分享、啊。土耳其料理是。世界四大料理耶，土耳其料理真蛮好吃的。等等，女团会直播吗？你看下去就知道咯。好，跟陈佑鲁回答一下你的问题。这边王子维点一颗小球回后场高远，再来王子维再来起跳，哇，这边漂亮哦，直接起跳出拍得分，18-13，再三分。好，谢谢陈宏志的分享。漂亮，好球！不客气，不客气。好，跟 Ryan 说声不客气。目前比数是18-13。18-13，那也欢迎大家持续在影片底下正能量按赞，帮王子维加油，希望可以冲到130个赞。谢谢张少的分享，在三分王子维可以追到1-1平手。等等，女团会播吗？怡如，你看下去就知道喽。8点，女团8点。你猜我现在人在哪里？2选1，台北市、高雄市。我觉得你在地球。19-14，好球哎、欸，好球哎、欸，再两分，再两分。请问女团今天对上中国，不是对澳洲？跟 Jack 讲一下，对澳洲。这边我们看一下哦，王子维这边往前，哇哦，这颗球王子维仰天长叹啊，19-15差一点啊，他想说为什么没有过？结果真的没有过。谢谢怡如的分享。他说：“哎呀，裁判也给他被他逗得很好笑。我回来了，现在怎么样？现在王子维第二局快赢了。好，不客气了 ，Jack。博宏，你说几点？你是要我下报时吗？现在时间5:52。好哦，景鹏，买个晚餐了。好哦，辛苦你了，去买晚餐吧。”小莹说：“请问哪里有直播啊？那个艾尔达体育3台。”哇，这边这个部分，哇，这边有机会哦，好球！哎，还有，哇，精彩精彩！王子维救到一颗擦网球，这边还有，哇哇哇！哇哇
激烈的交锋，王子维这边的回球出界，哇，德国妹子好漂亮啊！导播带到德国妹子好漂亮啊！可是这球打得更漂亮，哇，双方你一拍我一拍，双方都守住了对方的插网球，结果最后王子维在往前反手大拍一挥，出界。哇，今天会有 call in 吗？福福不确定哦。好，谢谢佳慧。哇，这会不会是一个胜败逆转的契机啊？我不要乱讲话好了。王子维三赢三分，就19-16，再赢两分就可以拿下第二局了。哇、哦、哇，铜墙铁壁，王子维。哇，铜啊！这颗球不会吧？哦不！哇哦！哇，我们再看一下慢动作，王子维挡住了德国选手的扣球，连续挡两颗，再来，王子维放掉了一颗大好的机会球，回击又再度出界，因为他重心已经偏低了，哇，可惜啊，可惜，哇，对手追上来，19-17，金聪，我没有办法直接直播荧幕啦，那是触犯版权的。你可以去艾尔达体育三台看，或者是用 YouTube， 然后但是先用 VPN， 好，先学会怎么用 VPN 进 YouTube BWF 的官网就可以看了哈。金聪，我相信你金聪明啊，金跳，你应该知道我在讲什么，麻烦你了，谢谢。好。好吃耶，这个饼干19-17，可是有点甜，咸甜咸甜的。没声音了，艾尔达 ，OK， 好。什么东西没声音？什么东西没声音啊？这个张少，好，金聪，谢谢你啊。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目前比数19-17，哇塞，对手追到只剩下两分落后，王子维两分领先。这个部分王子维加油，这一分拿下就可以逼对手后退了。这边我，哎呀，哦不，19-18，哇，王子维这边，哇，连续上次带好机会啊，对手跳高，他直接起跳，结果王子维回球挂网，19-18，加油子维！影片底下留言777表示王子维加油得第一。王子维加油，逆转胜成功！影片底下留言777，帮王子维加油得第一，好吃的饼干，好吃，谢谢佳慧的分享。好，目前比数19-18，这个部分王子维推后场高，再推一个后场高，连续推三个后场高，再来推到后场，再一个，哇，这球总算有了，20-18。好球，谢谢 KK， 谢谢冠玉 ，OK， 谢谢 KK 跟冠玉的777啊，还有曾佳慧的777，又鲁的777，还有吉贤的777 ，OK， 20-18，好球，好球，好球，20-18 ，OK， 再两分，再一分，再一分，再一分，第二局拿下。下一组是双打杨肉炉、杨博涵跟卢静瑶。OK， 跟这个黄 Jason 讲一下。好，目前好球，好球，拿下21-18，漂亮，王子维，漂亮漂亮，这球这局打得惊险，但是还是 OK 的。第二点是林阳配赢 ，OK， 子维老公，虽然你好好看，好好看，好教，但你还是要稳住啊，不能输 ，OK 的。子维老公有听到了，你应该说子维欧巴吧。欧巴 ，fighting。OK， 这个我们的这个女神直接啊，让我们大家都心碎了。她竟然嫁给了王子维啊！哦，让所有的我们的这个对她崇拜的粉丝都心碎了。哎呀，所以你让大家都心碎了，竟然喊子维老公，你叫我们这些把你当女神的怎么办？女神是不能结婚的啊，偶像是不能结婚的啊，女神也是啊，不，所以。
饼干外面的包装叫什么名字？你可以看一下那个回放好不好？啊，真的看不到，你再跟我讲好不好？叫那个啦，叫那个话夹子啦。这点赢了，是不是就确定晋级了？没有，没有这么快，没有这么快，还要算总积分呐。但是这场对德国赢的话，应该是可以说确定稳晋级了。谢谢 Jack， 谢谢祖凯。OK， 祖凯，这个祖凯不要这，我们还是要就是这、就是开玩笑可以，但不要太开的太那个限度不要太夸张，不然人家不开心哦。OK， 好，这个谢谢 Kevin， 谢谢洪凯。OK。好，而且人家很年轻，你不要叫人家姐好不好？人家这个朱凯、哦、我知道你在开玩笑啊，可是这个年纪、哦、就是对女生来讲是很重要的事情，你不要把人家叫老了。OK， 人家很年轻的。OK， 好，这里赢了就进了，放心，我们会赢。谢谢这个徐慧。OK， 好，也欢迎大家持续在影片底下正能量按赞，帮王子维加油，希望可以到140个按赞正能量。羽球赛事看小林，台湾选手一定赢。我是正能量主播小林，也欢迎大家在影片底下正能量订阅我的小林 Liz Life YouTube 频道，第一时间掌握台湾选手最新比赛资讯，帮台湾选手加油机器。小林可能还要直播三四个小时，不确定欸。OK， 今天晚上女团有转播吗？艾尔达不确定有没有转播，但小林的部分应该是会啦。OK， 你22，可是他比你还年轻啊。OK， 所以这个祖凯 ，OK。好，谢谢徐慧，谢谢 English Chan， 好，谢谢 Eason。OK， 好，这边第三局要来展开了。第三局，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局，小林现在已经直播到快要三个小时了。OK， 所以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好，目前的比分呢是来到了零比一。等我一下哦，我调整一下这个东西。好，目前比数是来到0比1。好，1比1的平手。女团晚上8点哦，跟 Ingrid Chan 讲一下，谢谢玉轩。好 ，OK， 这个这家会不客气 ，OK， 好 ，OK。破纪录吧，来个8小时。哎、欸，我没有办法啦哈，身体还是要顾 ，OK。而且还有其他事要忙 ，OK。有可能就是播到4点就结束，然后准备一下，吃个餐，吃个晚餐，准备一下，然后播小戴的这个8点的比赛，有可能是这样。目前比数1比2。啊，也谢谢冠玉的鼓励啦哈。好。那目前的比数是来到了1比2，一比二的部分。请问台湾的第四点与第五点的选手，第四点的选手是卢靖瑶跟杨博涵的男双，那第五点好像是第五点的选手男单是廖卓甫。好，那目前比数是来到1比2。好。那现在是1比2的部分，哇，这个部分双方在往前的焦灼非常的激烈啊。那王子维一定是想要拼，就是拼第四点获胜的，第三点获胜的。那这个部分王子维这颗不错哦，2比2很有质量哦，很有这个水准。第四点打完还是第三点打完？不确定的，看情形，有可能第三点打完，也有可能第四点打完。卓甫强强强，谢谢 Jack 好像很对卓甫很懂哦。OK， 好，那目前的比数是来到了2比2的平手。台湾选手有哪些赢的？子怡啊，前面两点，周天成、林洋佩都赢了。OK， 那第三点是这个现在正在比的王子维来到第三局，双方来到1比1的平手，希望有回答到你的问题，漂亮，好球。哇，这个部分王子维耐住性子啊，左右调度，终于啊给他等到对手失误的机会了。OK， 好漂亮啊！好，先反拍调度右边，再正拍调度左边，结果对手就失误了。好球，
OK， 好，谢谢子怡。OK， 安安安安，好，漂亮漂亮，这球 nice play， 稳住稳住。好，目前比数是来到了3-2，3-2，稳住哦。好，那现在呢？哈，这个王子维领先1分。好，谢谢 John Lee。影片底下持续不要停啊！好，留言777帮王子维加油得第一。那也欢迎大家呢，正能量在影片底下按赞，希望可以集到140个按赞，正能量帮王子维加油。好，目前比数是来到3-2，3-2。我刚刚我的这个影片后台，这个我刚刚 YouTube 的这个系统给我一个通知啊，就是台湾的争议性 YouTuber 或者说香港的争议性 YouTuber 现在在台湾居住的 Toys， 他发布了一个新的影片，说他要公布他的 YouTube 后台，他的这个赚的钱到底有多少，因为 YouTube 是可以赚钱的嘛，所以他想要公布他 YouTube 后台到底赚了多少钱。我想 Toys 哦，这个赚钱的能力一定是非常的强啊。感觉他一个月光靠 YouTube 应该可以赚到100万吧 ？OK， 我个人是这么觉得啦。等一下去看一下他的影片在讲什么。5-2，5-2，哇，王子维真的是开加速了。OK， 没有要让对手这个留余地啊。好，目前5-2，三分领先。谢谢这个逸翔，然后冠玉、Jack 的玉轩啊，还有许慧的这个分享。先看完比赛再回来。好的，慢走。好，目前比数5-2，这一球哦，可惜啊，这球回球落点在界外，5-3，有没有加上？没有吧？那他是说公布这个 YouTube 后台没有加上这个你说的这个哈，跟这个文件先生讲一下。好，谢谢陈军的加一 ，Hello， 陈军你好啊，5-3。好，目前比数是来到了5-3，5-3 ，OK。那这边王子维哇加速快马加鞭啊，这边5-3对对手还是有2分的领先，双方的僵持哇，这个部分王子维哎呀想要守住第一颗对手的攻势，但第二颗守不住，让对手拿分，5-4，5-4。好。那也感谢141位按赞的朋友们，也欢迎大家持续在影片底下正能量按赞，帮王子维加油，希望可以集到150个按赞正能量，把这些传送的满满的正能量传到这个泰国球场，帮王子维加油。这次的这个汤姆斯杯羽球男子团体赛呢，是在这个泰国曼谷举办的，王子晋级到几强了，这不是单打的这个比赛，这个是团体赛里面的单打这一点的比赛，所以呢，目前都在小组赛而已，好，跟这个文件讲一下。好，那目前比数赛到6-4，哇，这个部分王子维控球非常巧妙，先去引拍，让对手重心往前靠，在一个大角度变线，让对手失分，好球，好球，先一个引拍，让对手重心往左半边，在一个右半边的大斜线过渡穿越，让这个对手直接趴倒扑球失败，好球啊，6-4。Nice play， 王子维好样的啊！这边呢，王子维打球的这个球商啊，哈，打球的智商非常的高啊，哈。这个部分呢，不用花太多体力哈，自取 ，OK。好，6-4，6-4。谢谢这个 Ken， 谢谢静芳，谢谢 Jack 的分享。影片底下留言777表示台湾选手王子维逆转胜没问题。好，目前比数是来到了6-5，6-5。好。这一年啊，这个陈军说这一年是什么意思呢？好，那目前的比数是来到，我们看一下王子维这边空中拦截，再来往前回这颗球来不及，哇，这边呢6-5让对手得分，啊，这边王子维继续在场中往前，哇，这个往前的机会机不可失，拿下分数7-5，7-5。谢谢 LYJ， 谢谢张少的分享，谢谢静芳。今年羽球剩下这个吗？其他都延迟吗？不好说。应该其他比赛没有确定说一定会延，还在就是待定中。好， 7-5，7-5，而且同时间还有另外一场比赛是这个 U8 杯也在进行了，所以这个部分呢，哈，没有说只剩这一场而已，哈，先跟这个陈军讲一下。好，7-6，7-6，哇，这球王子维也很懊恼啊，他回球挂网，
好，目前比数7-6，谢谢玉轩帮王子维加油，谢谢陈军777帮王子维加油。好，那目前的比数是来到了7-6，7-6，王子维目前小赢一分，小赢一分。啊，这个部分呢，一定要想办法扩大比分的这个领先。好，目前比数7-6，我们来看一下。好，谢谢陈军的分享。OK， 这边来，谢谢这个 UUNJ。这一球王子维选择放掉，我们来看一下，这球王子维放掉，但裁判说界外，可是这个对手说他要挑战。为什么最近 YouTube 广告都是关于，这个我不知道哎、欸，也许是可能广告商特别喜欢这种广告，下这种广告吧。那你问我，我也没有办法告诉你啊，因为我不是广告商。你看到不想看你就略过啊，或者是你买 YouTube 的那个付费会员，你就可以不用看到广告了。OK。那目前比数是来到了，好，跟回答刚刚李文健的问题。好，谢谢陈军，谢谢张少的分享。好，那目前比数是来到8-6。刚刚这个德国选手回击这颗球确实是出界，所以他申请挑战是失败了。好，所以这个部分8-6，谢谢陈军的恭喜啊，也恭喜你，也希望你一切顺利、开心、好、平安、美好、愉快。好，8-6，这个部分王子维直接起跳。哇，对手守住，现在换对手攻击，王子维守住，哇，双方呢一攻一守，互相转换，王子维这球有点可惜，没有跟到，好，让对手得分8-7。各位粉丝他啊，小林什么的时候破，什么时候？各位粉丝他啊，什么意思？各位粉丝他啊，小林什么时候破5万？好，谢谢王成军的恭喜，好，谢谢成军，好，目前比数8-7。好，那也欢迎各位朋友们继续在影片底下正能量按赞，帮王子维加油，希望可以集到150个按赞，正能量帮王子维加油集气咯。好，希望王子维这一局可以拿下，好，8-7。OK， 距离呢拿下胜利呢还有13分，好， 13 分倒数，千万齁、哦、一定要稳住。OK， 8-7。这场真的很精彩，没有错，真的很精彩。金价是精彩。精彩到这个没话说。好，女团在晚上8点啊，陈军啊，8-7。好，这个部分王子维反手拍再来，正手拍回后场高远再来，这个部分王子维正拍继续去引诱对手。哇，这个部分王子维扑倒在地，有点可惜啊，重心失去了，让对手得分8-8平手，真的要稳住啊，没有错，朱凯说的对。好，这个陈军，我刚刚有回答过你的问题了，不是吗？哦，女团晚上8点才比啊。好，真的要稳住啊！我被对手追平了，8-8平手。金佳琪，太紧张了，8-8平手。好，喝个水。哇，这个部分不得不说，德国选手抗压性、追分能力很高啊。好，帮王子维加油，真的好紧张，相信子维。影片底下留言，相信子维，帮王子维加油。影片底下我们一起留言，相信子维，帮王子维加油。好，谢谢怡如，谢谢竹凯，好，谢谢陈军，帮王子维加油。好，目前比数8-8，哇，战况非常非常的激烈啊！啊，这个部分王子维就是他也是非常想要守住他自己的分数，可是有时候就是真的重心被对手调动的这个很夸张的时候呢，往往他就是跟着球跑，没有办法拿回到这个比赛主导权。啊，这是他目前大幅失分的比较大的原因啊。那说着说着呢，哇，王子维这球呢展开了自己的这个对比赛的掌控权，要回了发球权，9-8拿下一分，好球！谢谢这个子维，谢谢竹凯啊，还有谢谢这个陈军的分享。好，王子维 ，Let's go， 加油加油！好，谢谢静芳。影片底下呢，只要一样留言777，帮王子维加油得第一。OK， 那也欢迎大家呢继续在影片底下正能量按赞，希望可以集到160个按赞正能量，帮王子维加油。好，传送这160个按赞正能量到球场，好，给王子维这个追分的勇气。10-8，说着说着，王子维这个哇连续两个暴扣，哇这个部分拿下分数，再一分就进入中场技术暂停了。谢谢陈军的分享。
OK， 那目前比数是来到10-8，10-8，稳住稳住，加油加油，王子威，稳住，你可以的，你可以的。好，发一个短球，这边王子威回一个后场高，对手整个起跳，这边王子威已经做好准备了，再回一个后场高，对手起跳，王子威还是守住，这边王子威反拍，再来一个反拍，王子威往前放短，哇，这球往前放短，有点可惜，好、哦，没有过，10-9，10-9。谢谢龙发，谢谢剑心 ，OK 的这个帮王子维加油，谢谢嘉玲。好，那目前的比分呢，非常非常的激烈，非常的焦灼。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目前的比分。好，目前的比分呢，好是来到了10-9，王子维赢一分，赢一分。好，目前比数10-9，对手发球发一个短，这边王子维往前短球，有机会直接起跳吗？没有，王子维做一个防守。这边我们看一下王子威直接垂直暴扣拿分，好球，11-9，一气呵成，两分领先进入中场技术暂停，稳住稳住，力保不失，力保不失，王子威加油，羽球赛事看小林，台湾选手一定赢，我是正能量主播小林，也欢迎大家在影片底下订阅我的小林 Lin's Life YouTube 频道，第一时间我会把台湾选手最新的比赛资讯分享给大家，一起在影片底下订阅我的小林 Lin's Life YouTube 频道，第一时间掌握台湾选手最新资讯，帮台湾选手加油集气哦。OK， 好，也谢谢陈军的分享，谢谢嘉德谈的分享。OK， 好，那这个部分呢，哦，王子维呢，哈，目前呢，哈，小赢两分，小赢两分，11-9，11-9。如果你觉得王子维这一局可以逆转胜成功的话，在影片底下留言加9。好，如果你觉得王子维这一局可以逆转胜成功的话，影片底下留言加9，谢谢 Manu 的分享。OK。好，台湾加油，没有错。OK， 目前的比数11-9，王子维两分，两分这个些微的领先。好，那这个羽球比赛呢是3局2胜制，那每一局是取21分。OK， 所以这个部分呢，哈，每一局谁只要赢到第21分，谁先赢第21分，好，谁先赢到21分，谁就赢了哈。好，谢谢嘉玲跟 Manu。OK， 好，这个部分呢，哈，目前王子维11-9。OK， 继续。影片底下留言加9，表示你觉得王子维可以逆转胜拿下比赛胜利。OK， 11-9，王子维来发球，发一个短，哇，这球发球没有过，让对手得分11-10。谢谢伟俊，对，这个晚上10点比，好，谢谢玉池的问题应该被回答到了。好，那目前比数11-10。戴资颖 start the game now score is， 不是吧？戴资颖现在开始了吗？戴志颖现在有开始吗？没有吧？有吗？戴志颖现在比赛了吗？这个许朱凯，戴志颖开始比了，这么快？没有啊，戴志颖还没开始比啊。戴志颖 start the game now, score is 15。没有吧？这个许朱凯，你看错了吧？OK， 小林认识这个勾二吗？不认识。OK， 好，大家都看过他的影片，但是我不认识啊。你所谓认识是说跟他有交情吗？我不认识啊。OK， 好，谢谢玉轩，谢谢这个旭慧，谢谢庄丽，谢谢中心。那朱凯，你这个资讯好像不太对哦。OK， 好。OK， 好，那目前比数是12-10，12-10。OK， 好。嗯，好，这个朱凯，你的分数怪怪的，好，先跟你提醒一下。OK， 我不知道你的这个，我不知道你的这个分数是怎么算的。对，小戴回球失误，我想你应该是看错了。OK， 好，因为现在上面是现在这个 U 8杯的比赛的话是泰国对马来西亚，然后。没有其他 U8 杯的比赛，所以我想你应该是看错了。好 ，OK， 那现在场边呢稍微做一个小暂停，可能选手上面有一些他的球鞋可能就是有一些破损，所以说站在就是修补破鞋这个修补球鞋。
好啦，那这个朱凯，如果这个你想要分享其他比分的话 ，OK 的，欢迎你分享。OK， 那这个朱凯跟我之前认识的朱凯，不确定是不是同个人，因为毕竟网络上太多那个就是不一样的账号的。对 ，OK， 好，那目前的比数呢，王子维12-10，暂时的是两分领先。好，谢谢一如的分享。OK。好，OK， 12-10，目前呢，这个王子维暂时呢两分的领先。好的，等我们一下。好，戴志颖真的开始比了吗？突然觉得怀疑，他可能在幻想。OK， 好，因为刚刚有人说朱凯我看到了哦，所以文件也看到了。OK， 了解。KS， 好，谢谢文件和这个朱凯两个人的分享了哈。好，谢谢许慧。OK， 谢谢朱凯。好，13-10。好，这个部分王子维的情况目前还不错的哦。OK。还是蛮不错的哦 ，OK， 14-10 ，OK， 这个分数是先14-10啊。小林、朱凯那个是昨天的比赛，因为那是昨天的单局五分哦。了解，那他可能是在回顾吧，哈，他回顾历史。好，谢谢张少 ，OK。可是他，我刚看，哦，我来call in 了 ，OK 啊，你要call in是不是？你要call in也可以啊，我们来看一下。因为现在这个王子维是领先的啦，所以你真的要 call in 我是没有问题的。对啊，或许这位仁兄他是假的许竹凯吧，因为网络上很多人都会喜欢来闹来闹去的，所以我这个发言我见惯了，你要 call 就 call 啊 ，OK， 不知道你是真的许竹凯还是假的许竹凯，你敢 call 就 call 啊，我还看你不敢呢 ，OK。好，目前比数15-10 ，OK。等等再扣赢了之后，我就没有要播了 ，OK。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你开始就是有一些幻想文 ，OK。没关系啊，你等一下扣我可能也不会接哦，这个猪牌先跟你讲一下。对，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突然你想要扣赢，你现在扣可以啊，等一下扣我不见得会接啊 ，OK。好，目前比数是来到了16-10啊！哇，再五分！朱凯那个六分的话是昨天，我了解 ，OK 的。好，谢谢张少的分享，这个我们的这个网友都非常的幽默风趣啊 ，OK。好，目前16-10，哇，这个部分王子维一波流了。OK， 终于加大差距了，拉大差距了。OK， 台湾加油！好，谢谢 Manu。OK， 谢谢中中。不会播后面羊肉炉的比赛吗？不确定呢，看情况，因为晚上8点那个戴志颖的比赛，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还是要掌握一下中间的一些时间。OK， 所以可能还是要准备一下。好，所以先不一定。17-10，哇，再四分，有感觉了，王子维会逆转胜，没有错。影片底下留言777表示王子维加油逆转胜，没问题。谢谢周冠轩，欢迎大家一起在影片底下正能量按赞，希望可以集到160个按赞正能量，帮王子维加油。好，赢定了，谢谢这个虚慧 ，OK。哎呀，这球可惜，这球回击挂网，17-11，谢谢燕青，谢谢玉轩，谢谢 Manu。OK， 目前比数17-11。好 ，OK， 那等女团开始之前再call好了，再看情况吧。你等一下可以放着给我看分数吗？如果你不播了，我如果不播了的话，我看情况吧。
OK。好，谢谢文件的提议啊，谢谢静芳的分享。今天预计播到几点？播到欢乐100点吧。OK， 谢谢品真。OK， 目前比数17比11。好，加油加油，王子威目前是，哎呀，可惜这球一样回的甜。还是要小心一下德国这位选手 K 这个 K 的这个分这个追分能力、啊，应该是 K 还是 K 的这个追分能力 ？OK， 所以要小心了、啊。OK， 马特 ，OK， 谢谢朱凯的分享。OK， 谢谢静芳。OK， 谢谢 KS， 谢谢陈军，谢谢 Ray 的分享。OK， 目前比分17比12。那个比分观看比分网址我有放在影片底下啦，放在影片底下的说明栏。你如果大家如果真的想要看比分的话，你也可以在影片底下的说明栏点开就也可以看了。对不起，小云，原来那个戴志颖的是抓犯的回放哦。好咯好咯 ，OK。17比12，所以文件跟祖凯是同一个人嘛？是吗？感觉你们两个一搭一唱的蛮像的。紫薇 newbie， OK OK， 这个我们的网友也就是女神也回来了，好 ，OK OK， 好，了解你的意思，了解熟人的意思。这球我们看一下，哇，这球要选择挑战是吧？好，谢谢这个徐慧的分享。OK， 这边我们看一下这球，王子薇选择挑战，有可能 challenge successful。我们来看一下，这一球，这球有没有在界内？In！ 哦不 ，out！ 不 out！ 所以是17比13。我一直都在，只是少评论。我了解，因为你在忙嘛。OK， 工作要紧啊哈，多存点钱也是 OK 的，多赚点钱啊，不是多存点钱。OK， 好，谢谢张少的这个分享，没有关系啊，人家忙中有错哦，不用太计较了哈。17比13，汪子维目前4分领先。好，我们来继续看一下17比13这一球，汪子维在挡，在，哎呀，这球有点可惜啊，我一样是一个就是在平抽挡这个僵持呢，回得有点高，让对手得分。OK， 目前比数17比14。哇，这个部分对手也是很了解王子伟的一些弱点哦，往下盘这个下方的正手位去做一个进攻。好，谢谢这个德国这个 Manu 的分享，谢谢陈军。OK， 好。那目前比数17比14，德国的很会追分，谢谢张少的分享。OK， 天哪，别又缩小差距了，目前差三分还是在德国选手可以追分的范围内，所以王子维真的要小心。我们再赢四分，王子维怎么突然发高远球？可能跟他的这个策略有关系吧。OK， 回答这个 Ryan 的分享。好，再来我们看一下王子维这边直接突发起跳拿分，18比14，谢谢 Lisa。OK， 稳住，18比14。好，欢迎大家羽球赛事看小林，台湾选手一定赢，我是正能量主播小林，也欢迎大家在影片底下正能量按赞，帮汪子维台湾选手汪子维加油，希望可以集到170个按赞正能量，好，给我们台湾骄傲，加油打气。OK， 也欢迎大家在影片底下订阅我的小林 Lin's Life YouTube 频道，第一时间我会把台湾选手最新的比赛资讯分享给大家，让大家第一时间掌握台湾选手最新资讯，帮台湾选手加油集气哦。好。OK， 谢谢这个会的留言，谢谢 Ryan， 谢谢 Lisa， 谢谢这个客厅的分享。好，目前比数18比14，王子维4分领先，再赢三分就拿下比赛胜利了。OK， 这边哇一个大对角，哇这个部分有点可惜啊，18比15。好，目前比数18比15，暂时的三分落后，三分的领先，暂时的三分领先，那一样再赢三分，这一局就可以拿下了。OK。这个谢谢朱凯的分享，谢谢嘉德，谢谢客厅的分享，谢谢 Lisa， 没有错，真的要稳住啊！哦，目前我们虽然是三分的领先，不过德国这位选手真的追分的这个能力非常的强哦。虽然他目前的这个世界排名呢，是比较后面的，是84名，王子维是世界排名第15名，所以他还是不能小看啊，也许这个德国选手比较少参加国际赛的关系，也说不定。谢谢廷晨的分享 ，OK。好，影片底下继续留言，777帮台湾选手加油。OK， 好，稳住。
目前18-15，台湾选手王子维在汤姆斯杯团体赛的第三点出任单打。目前的第三局，目前的再赢三分，拿下第三局的胜利。王子维起跳，蹦蹦蹦，好球 ，piu piu piu， 拿下了分数。哇，19-15，19-15，再两分 ，two more，two more。谢谢嘉德分享，谢谢柏林，谢谢客厅，谢谢 Ryan， 谢谢这个是念什么 ？Three Tree 吗 ？Three Tree， 谢谢你，谢谢林立。再两分，这个是团体赛没有错，再两分。OK， 谢谢 Black 的分享。OK， 好，谢谢这个徐慧。OK， 那目前呢，19-15，19-15。OK， 来，我们来看一下目前比数19-15这一球，哇哦，这球我们看一下19-16，哇，回到一个界外。谢谢金德，谢谢 John Lee， 谢谢俊宏 ，OK 的分享，谢谢慧的分享 ，OK， 谢谢 Black， 谢谢大家的分享。那目前比数19-16，王子维再两分，再两分，王子维再两分拿下比赛的胜利 ，OK，two more，two more，OK， 19-16，19-16，这边我们来看一下。王子维反手拍，跟对手做一个拼抽挡，空中拦截，再来一个反手，这边继续跟对手多拍来回，直接下压反拍下压，漂亮！这边对手哇，对手回击直接挂网，对手心态也有点对手的这个心理素质也有点下降了，有点出现一些暴躁不耐烦的感觉，目前比数20-16，20-16 ，OK， 留言等一下回啊 ，OK。OK， 这个部分20-16，20-16 ，OK， 好，我们看一下目前比分，好，20-16，20-16 ，OK， 好，我们来看一下再一分 ，one more， 好，这个比赛观赏性真的很高啊，再一分，拿下第三点的胜利啊，再一分，稳住 ，OK， 再一分。Hold住，王子维加油，你行的，没问题的 ，OK， 加油 ，Hold住 ，OK， 目前比数20-16 ，OK， 这边 Hold 住哦，来再来，我们看一下，这边王子维守住，直接起跳，再来一颗，再来这一颗后场高远球。好球！王子维拿下了胜利，照到旁边台这个优霸杯，我们台湾的这个女将的侧脸也是好漂亮啊。OK， 好球，美女配好球，真是赞。OK， 王子维恭喜王子维拿下了比赛第三点的胜利！哇 ，Victory！ 恭喜子维拿下了第三点的胜利。接下来呢，卢靖瑶跟杨博涵即将出赛。卢靖瑶跟杨博涵即将出赛，跟大家讲一下，赢了，对，谢谢这个跟主任说一下 ，OK， 主任说啊 ，OK， 啊 ，OK， 谢谢的分享，谢谢静芳，谢谢这个悠悠，谢谢 Chin， 谢谢 Mia， 谢谢 Ma， 谢谢这个 Kevin， 谢谢佳慧，谢谢 NJKK 林立，谢谢 Manuel， 谢谢奇缘，还有这个苏恩的分享，以及 KK John Lee 的分享，谢谢 Three Tree 的分享 ，OK， 谢谢这个苏恩说紫薇真心皮不紧啊，他现在紧了 ，OK， 非常的紧啊 ，OK， 谢谢 Ray， 谢谢这个竹凯，谢谢 John Lee 的分享 ，OK， 感谢大家，谢谢世宗 Yabby，OK，、okay, 好，很开心，谢谢这个 Helia 吗 ？Helia，Helia，Helia。OK， 现在要跟印度争龙头。谢谢浩翔，谢谢家章，打了快一个半小时，真的超久，真的有够久。OK， 谢谢罗叶。OK， 也欢迎大家持续在影片底下订阅我的小 Liz Live YouTube 频道，第一时间掌握台湾选手最新的比赛资讯，帮台湾选手加油集气哦。OK， 好，然后等我一下，好。这个好，谢谢经验你也是这个保重啊 ，OK， 好 ，OK， 好，这个部分真的是太开心啦 ，OK。
好，等我一下哦。这个部分。这个部分太开心了，哇，可以吗？你的直播比较有味道，什么味道啊？哦，这个味道是什么味道？想念你的小，想念你的外套，这个是这个味道吗 ？OK， 好 ，OK， 谢谢文件啊 ，OK， 谢谢经验啊，谢谢小林的分享 ，OK， 谢谢大家啦 ，OK， 好，等我一下哦。OK， 戴志颖几点打？戴志颖八点啊，好，跟这个 Tangin 六的分享啊，谢谢个戴志颖八点。OK， 好，那下一场比赛还没有开始啊，下一场比赛还没有开始，我这边垃圾车来了，可是我已经到晚了啦，好，所以不用担心啦，哈。OK， 好，那对，可能要再等一下啦，要开再等一下，垃圾车我到过了，我到过了。OK。耳朵真好啊，好，有听到垃圾车来的在影片底下留言加一啊 ，OK， 好，然后这个六说谢谢，不客气不客气，好，那也欢迎大家记得在影片底下订阅我的小林 Lin's Live YouTube 频道，第一时间呢我会把台湾选手最新的比赛资讯做成影片分享给大家，所以不要忘记影片底下订阅我的小林 Lin's Live YouTube 频道，第一时间掌握台湾选手最新比赛资讯，帮台湾选手加油集气喽。OK， 哇，大家都听到是不是？谢谢张少的分享。OK， 谢谢佳慧，谢谢张少，谢谢燕青。OK， 好，戴志颖八点是跟澳洲的选手女单的选手比。OK， 跟这个慧讲一下。OK， 好，那我们先这样子，然后我不会关播啦，因为大家好像都不希望关播，所以我们就先不关播。OK， 我们先不关播。OK， 客厅也有听到，我们先不关播。那等一下我可能会去忙一下我自己的这个工作的事情。好，所以我就先不关播 ，OK？ 我先想一下，先跟大家讲一下。好，现在确定晋级的只要争龙头。谢谢王浩翔的分享。对的，谢谢陈田心，对对澳洲，好，谢谢文件 ，OK OK， 好，好，我们有观众打来哦 ，Hello， 没听到你的声音呢。Hello，Hello， 没有听到你的声音呢，不知道为什么。Hello，Hello， 有听到吗？没听到哎，没听到你的声音呢，我先挂喽。OK。我们刚刚有个观众冠玉，他打过来，可是我没有听到他的声音，所以我就跟他说我先挂了。OK， 好，那先跟冠玉讲一下，不好意思，没听到你的声音啊，你要打电话来，你要先讲啦哈，不要这么霸道不讲理，直接打过来好不好？你要打电话过来，你要先讲好不好 ？OK， 我知道有很多人想要打过来，那你先讲嘛。OK， 你先在那个留言区这边跟我们讲说，小林，我想打电话给你，可以吗？好像那个竹凯就很棒啊，他说我可以打吗之类的 ，OK， 所以你们如果真的要打 call in 的话，在影片底下留言区置顶留言有我们的这个置顶留言有我们的这个有我们的群组，那你可以加入群组来跟小林做 call in，OK，、okay? 那现在不开放，现在不开放，因为小林这边呢要忙自己工作的事情 ，OK， 好，所以。这个部分你们就是在影片底下的留言区有个置顶留言，那边有我们聊体育的群组，那你可以加入，加入的话就可以去聊一些体育啊，聊一些生活的这个部分，那我们也会利用这个群组来做这个比赛 call in 的部分啊。先决条件是有开放 call in 你再打来，没有开放你就不要打来了，好不好 ？OK，
好，那就先这样子，小林我先去忙工作，那等一下我们回来继续播比赛咯，好，待会见。我叫一个假的小林过来陪你们，我叫一个假的小林过来陪你们咯，啊，这个是假的小林 ，OK， 大小都差不多了哈，这是假的小林，我们叫假的小林过来陪你们，好，先这样子了。好啦，这个苏燕你也工作加油啦哈，这个工作没有不烦的，加油啊。
好哦，我在因为我现在在工作，所以我没有办法看到比赛。那大家也可以留言讨论一下。那因为在工作的关系，所以每个留言就不一定会回。好，那如果等一下 OK 忙完了，然后我有看到留言就会回，大家也可以在上面互动或者是什么，就是聊聊天都 OK。可是注意就是不要那个什么，不要那个，不要就是引发一些无谓的争端，然后不要聊一些有的没有的 ，OK？ 好，那就先这样子咯，继续聊天吧。小戴今天八点打吗？对，这个问题已经回答到超过100次了吧？好，等一下如果有人问说小戴今天几点打的话，再麻烦大家哦，知道时间的，知道对手和谁的哦，就再麻烦大家分享了。就是我们已经回答超多次了 ，OK。好哦，谢谢张少，先来忙啦。我麦克风不会关啊，但是就是不会那个什么，不会及时回到大家留言，因为我现在在忙，就先这样子咯。有很好笑吗，鼠燕？有让你开心就好了 ，OK。
叶之君哦。我们这边是做语音直播的，所以没有比赛画面。那比赛画面之后会有侵权的问题，你可能要去那个艾尔达体育台去看直播比赛画面的直播。希望有回答到你的问题哦。
哇，刚刚回来一看，现在19-19，所以这个德国组合也是蛮厉害的哦。希望能够拿下第一局的胜利啊！谢谢这个大家的讨论，谢谢逸翔 Black、张少进方的分享以及佳慧的分享。
谢谢一军帮羊肉炉加油，也谢谢盛凯、商少以及 CH 还有大家的分享。我们目前因为小林现在在忙工作，所以我们就是挂播，挂着播。那等一下如果有空的话，我们会回答大家的留言。OK， 大家也可以先去吃饭啊。OK， 大概八点小戴有比赛。Hello， 大家，小林回来了。那我觉得现在可能要先关一下，因为等一下我还会再开一次。OK， 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个部分小林必须先关一下，然后等一下我会再开重开一次，快要八点的时候会重开一次。OK， 那大家可以先去吃饭。OK， 快要八点的时候我们会重开一次，先跟大家先报告，先这样子，先分享一下。好，那大家先去吃饭。好的 ，OK， 谢谢大家，谢谢张少、郑凯还有佳慧，互相聊天，互相分享，感谢大家。那我们晚一点见喽，晚点见喽，先这样子 ，OK， 拜拜，先去吃饭吧，大家，拜拜喽，拜拜，拜拜，大家今天真的很棒，正能量帮台湾选手加油，赞赞。好，先这样子哦，待会见。